Hello，请问看得到听得到吗？应该没有迟到，哎，应该很准时。在等待的时候，就先工商一下，那个我们的官网有上线了、哦，这应该是，应该在某个演习，就是中午同时上线了、哦，不是约好的。然后，那在上线的过程里面，也很感谢 Web3 社群，因为这个是先上线在 IPFS，所以 IPNS MODA 就比台湾会先连得到。那之后它的内容，如果你是用老旧的 HTTPS 的话，那也可以用 HTTPS 连得到。那所以现在这个网站是已经上线了。那上面当然现在因为在这个月我是处于过渡的身份，你叫我政委是对的，因为我到8月27以前并不是部长，这个叫后任的部长。那但是我们就是随着资讯的释出，那我们会逐渐更新这个 landing page，那直到真正的官网上线为止。那在过程里面，就是我这是第一次，以后人不长的身份啊，跟任何人讨论这样子的想法。那如果今天有听到什么想法，那我会需要回去跟其他后任的次长们讨论等等的话，那我也会回到这个共笔上面来跟大家说处理的情况。那当然今天时间是可以到7点，不过我也不觉得到7点所有大家的问题我都可以具细迷遗的回答完。那我更想要的是，问问题的人如果也能够打字啊，或者是说话，用某种方式让我们知道，你问我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大家会跳到解决方案嘛，但是后面是有哪些基本价值，我比较想在这个基本价值上面多沟通一些。那这是我的简单的开场。那我不知道我们要还要等谁上线再继续。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先说明一下我们的组织架构哦。数位发展部是有六个司，然后两个署。那六个司跟两个署的名字都在维基百科上有，中文维基上的这个资讯是对的，所以我就不特别在那边念维基百科了。那但是光是看这些司跟署的名字，就是包含我们的策略司、韧性司、资源司、我们的政府司、民主司、多元司，那以及自然署跟产业署，大概就可以了解到说，我们其实是有三个不同的发展的方向，是集合在同一个部里面。那第一个是社发，就是以社会共融、数位人权为主要的发展方向。那看重的是我们叫做社会的价值，也就是全民的这样子的价值。所以里面特别是在民主司，就是民主网络司，他关注的其实像公民科技社群、分散式自治、组织社群等等，其实不一定在我们国境内，可以说是全球不分区的。那这个是民主网络司的关注的对象，就是以共同的民主价值而结合，而不是以它的地理位置而结合。那当然，在国境之内的或者是我们的国民，我们还是很关心，那就是以社会使命为主的组织。那这个就是由我们的多元创新司、多元司来负责。那当然，各级公部门的朋友，我们还是要做数位服务等等，这个就是我们的数位政府司，所以可以说是全球不分区，国内的全民，那以及我们的公务同仁，这三个是我们这三个司关心的。那除此之外，当然在就是从 NCC 过来的，刚刚讲的比较都是国发会过来的业务嘛，从 NCC 过来的，我们完全没有日常的监理或特许的这个部分，日常监理都还在 NCC。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说，哎，那这个网际网络的大型平台啊要怎么管理啊等等， NCC 最近才成立了网际网络的传播相关的这个处哦，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三读通过的法定执照。所以之前我的打的比方就是我们是踩油门，而他们是踩刹车的。当然踩刹车的监理机关不会只有 NCC， 也会有交通部路政司啊、金管会的防洗钱诈骗啊等等等等，但是不会因为数位发展部的出现，我们做社会发展的状态，就让目前正在做这些工作的朋友突然有两个监管机关了，不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以上是社会发展的部分。那当然在数位产业署上面，它的英文名字叫 Administration for Digital Industries， 有一个复数形态，所以意思不是说我们划哪些产业说，它移过来，而是说各行各业它只要做数位转型，要就数位就是不止一位嘛，要跟不特定的人互动，要组成就是越分享越多的，包含code 啊、data、norm、meme 这些东西，越分享越多的东西，把它导入，那这个就是数位产业署的工作。所以数位产业其实不止一位产业哦，那这个是我们的阐发的想法。那当然，最近大家很关心韧性。那韧性不是只有产业因应变化，或者是我们的社会因应变化，我们的资通讯系统因应变化的韧性，特别是可用性，也是在最近几天大家很关注的。所以，我们不但会有资通安全署去培养这部分，我们也会成立一个行政法人，在今年大概年底左右的时候，叫做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那去进一步的去培养我们对于资通安全系统这方面的量能，那去确保说，在我们的公部门里面有充足的这个资安的能量啊。那以上就是大概的介绍。那如果要记的话，就是各司加起来是社发，那产业署是产发，那资通安全署是突发，大概就这样。都可以啊，就是 Slido 就是会弱化那个 moderator 的角色，所以你要怎样都可以啊。也可以啊，好啊，好。所以目前最高票是14票哦，Franklin 所询问的，这个
人权贵老师变成同票了，那、也是14票，那我们没有关系，先来先赢。问说，如果在以 PMPC 这里，我对 PMPC 的理解是说 public money public code， 那就公共出资、公共强势的这个预设政策的情况下，那我们数位部是不是愿意全盘检讨目前公务单位的软体相关的教育训练课程规划？那把开源跟专有软体的教育训练时数啊、预算这些比例啊，提高到1:1为目标啊？那其实每个问题我都有初步回答，所以我会先念一下初步回答，然后稍微展开一下。那如果也要追问的话，就在聊天室打字或者是开麦都可以啊。嗯，从我开始接这个数位发展部的筹备工作以来，那我就实际在我的公务办公的时候，因为筹备处有自己的采买设备的预算嘛，所以我们就买了很多台这个笔电。那我给他们的要求就是都要通过 GCB 认证，就是我们的资安防护的认证，因为资安是非常重要，那所以要放 Linux。那所以我自己也用了好几个月，那到现在都还在日常使用。那不过因为就是我们 Red Hat 就是 Enterprise Linux 9的 license 没那么多，所以我也很诚实的说其实我平常是用 CentOS Stream 9、哦、并没有每个都付了授权，好像只付了一台的授权。 Anyway 这个以后再说。那但是实际上是那是合法的，因为 CentOS Stream 现在是红帽的。那所以我们日常就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确保我们在筹备的过程里面就没有被锁定的这个情况。那以我自己的经验除非是主管，就是部长、次长自己使用，像当年要推电子公文的时候，如果部长、次长自己都要收纸本公文，那电子公文就非常难推动。那同样的道理，只有我自己以及在筹备的时候，大家试着去就是用 Linux Desktop 来做工作，那才能够确保说从一开始就是软体自由的比例是最高的这样。那当然就是目前 GCB 的就是Red Hat 8的这个程度其实用起来非常不方便。那但是我们也实际测试了 GCB 关到8之后升级到9Stream 9是可行的。那所以至少我自己最常用的像大一输入法什么的都没有问题。所以目前看起来这样子的办公是可行的。所以我不会有一种好像要什么到50%就停哦，没有这个道理。应该是越高越好。那因为我们在自然上面讲究韧性，讲究一致性。所以如果在同样一个工作团队里面大家用的作业系统都不要过半，那可能有3种、4种、5种作业系统，那又能够确保在端点的这个自然是非常没有问题的。那这样子我觉得才是一个就是最有韧性的这样一个工作团队。我会往这个方向去规划，而不是说好像是零和的，然后就是到50%就停哦，大概是这样的基本想法。那想问大家有没有追问的，或者是想要分享的部分。对，不好意思，我现在用了键盘打字有点吵。那个对，我想 PMPC 我们翻成公共出资公共城市哦，那我也有加入公共城市基金会作为策略顾问。那我们在公共城市基金会推动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也是洪超贵老师曾经说过的，就是开放格式啊，或之前讲到的这种开放资料 API 等等，这个当然是可以 top down 的去推动，但是自由软体则不能用剥夺大家选择的自由的方式推动嘛。对，那所以在这个概念里面我们先就是有点什么神农尝百草嘛，先自己用了，然后证明给大家看说，就好我们用星际档案系统加网站一样，绝对不会说我们按个键说从明天开始各部会全部搬到星际档案系统，这个不现实。那但是最主要的目的还是透过我们自己的示范，以及因为要跟我们互通所以各个部会也不得不采用的方法来示范，那来让其他部会发现说，哎，这个是又省力又安心，就是说它事实上是
降低了资安风险，而不是大家想象到自由软体好像觉得会增加资安风险，不是这样子的。那为什么？因为后面有这个供应链的资安的防护啊，有这个 很良好的这个渗透测试啊等等这些配套。那等这些 都到了到位了之后，公共城市的城市指的不是只是城市码，而是包含我们公文城市码，连诉讼都有城市码。他讲的是说我们的 code， 我们的 public code 是 code of conduct，Code of Regulation， 所有怎么样导入的这些指引、配套、要点等等，这个也是 Code。那所以我们在部里面是自己可以掌握的，这些定定完之后，那别的部要使用的时候才比较有可能去扩散了。希望有回答老师的问题。那 T Monk 问说，是怎么样选到 Red Hat 哦？嗯，事实上就是如果你去看我们政府的 GCB， 就是资安的标准组态的话，那事实上里面就只有 Windows 跟 Red Hat， 它并没有别的 distribution 哦。那我也说实话，就是刚开始我不是很习惯，因为我 Ubuntu 用的就是比较习惯嘛。那但是后来发现说到就是新的 GNOME 之后，其实两个有 converge， 感觉上没有太大的差别了，只是什么开始选单放左上角还是底下的差别而已。所以就织布机就装一些 tweak 嘛，但是我还能够习惯，所以我本来是想说 GCB 要不要连就是 Debian based， 包含 Ubuntu， 也验证一下，但是因为我们的基辅中心的人的作业习惯，事实上之前都是在 Red Hat 上，所以如果要去做额外的自然认证，去设定它的这些规则，就要花非常久的时间。但是我们就是年底前就要成立了，那去这样子重新 certify 整套作业系统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就是拿已经 certified 的东西来使用。希望回到这个问题。卡西问说 PMPC 会怎么影响 legacy system？ 诶，有人要说话是不是？不好意思，诶，又没有的，好吧 ，OK， 啊 ，OK， 好。卡西问说 PMPC 会怎么样影响现有的政府的 legacy systems，例如像说各种公文系统，我想会有两个最主要的影响。首先就是说我们采用的 public code 的方式是用普通的采购合约，甲方就是我们机关取得了著作权，但是我们立刻就全部抛弃掉，也就是采用 CC 零释出，就是美国联邦政府那套做法。那所以在这个情况，对乙方的影响是最小的。你想一想，如果我们甲方买到了，然后我主张我用非常具有限制性的、指导性的自由软体授权释出，那这样子的话，乙方大概他很难做接下来的生意了。那这个时候他就很难主动的来支持 public code 这样子的策略。但是如果我是 CC0， 就是说当这个乙方一回过头，他又可以主张这是他的产品的时候，那他去卖到其他的四部门等等，这个对他就没有坏处因为我们在 public code 的维护上面大家都会来帮忙维护嘛，增强他的韧性，可以获得一些自然测试。但是他如果最后要又重新再包一下变成加上他的就是专属的延伸之后又变成他的产品的话，他连就是Attribution 就是连说这是数位发展部所贡献的都不用主张，所以这个对他本来的生意的模式的影响最小，而且事实上可以让他拓展到其他的地方去。所以我们后来是采取 CC0， 那也因为 CC0 严格来讲不是开源授权，它只是自由软体，所以我们去改了 Public Standard， 应该在九月的那个版本会释出，会说如果 OSI 没有说它是开源授权，只要 FSF 自由软体基金会说它是自由软体，像 CC0 那也算那所以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配套，这是跟市场面的。那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像我们平常官网这样子的系统，或你刚刚讲公文，当不买了之后，有的时候两署或多个署都还要额外再去采购，
但是如果是 public code 的话就不需要，它只要分支就可以了。那分支之后它就可以自己去进行维护，那维护的厂商也未必要是当初建制的厂商，它也可以找别的厂商来维护。也就是说本来 public code 运动想要达成的就是不被锁定嘛，不被锁定就是自由才是价值嘛。至于这样能不能写出更好的程式来，就是开源，那个未必是就是那么重要的价值所以现在我对内讲的时候都是说公共程式，然后说自由软体或软体自由啊。想对，那这里的另外一个困难确实就是乙方他要怎么样子去做 governance 去做治理。不过呢做 governance 的乙方也未必要是建制的乙方也就是说如果他是 CC0 的话，谁都可以主张说就是他才是新的。好比像说现在的以太坊其实是分支出来的那个嘛，没分支出来的那个叫经典嘛，对不对？但是现在就大家都觉得分支出来那个才是正的，那所以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想。好，那看这个题目还有没有其他要询问的。是卡西说乙方之间的平行沟通会比较顺畅，确实啊，因为在实际能够变成 public code 之前，我刚刚讲 internal code 导入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至少在同一个流程的上下游的乙方在把软体全部合规到 public code standard 之前，他们就已经可以先看到彼此的程式嘛，那这个就比较没有像以前那样子就节节不通的时候都觉得是对方的错的这个情况。好，那如果没有别的追问，我们是不是就到下一题了？好，那下一题是我们资讯人权贵老师说，对于政府机关与国内大小企业，包含影响国安的重要产业逐步被迫采用云端服务的这个趋势那以及 TPM2 加上 Windows 11紧缩电脑使用权的趋势有什么因应的措施那我的初步回应我先念一下，就是首先云是有各种太阳的，像国网大家可以去看，他们有一个混合云，它就是用自由的架构来建制的。那我们无论哪些部分放上去有点像那个 IPFS 的概念，对，我们 IPFS Node 确实就是跑在国网，所以不是举例，而是实际上那它在那边 primary， 但是因为我们 serve 出来的就是这些服务，它是分散式 app， 意思就是说它跑在任何电脑上都可以。那这个概念我们从2016年我入阁就是用 Sandstorm 这套系统来做。那任何时候你在所谓的云端就是国网了跑或者是我们的其他的就是政府机房，随便在哪里混合云的任何地方跑 Sandstorm 的时候，你可能跑 CodeMD 就是 HackMD 的自由软体的那部分你可以随时按个键，你就打包全部的正在执行的程式码跟你在里面存的资料等等，你可以立刻移到你自己的 instance 上面。所以这种可移植的程式码而不是可移植的资料，你可以把程式码移到离你近的资料这边的这个状态大概是6年来我们都是往这个方向来开发。那在这个时候这样子部署的混合云架构作为我们资讯服务的主力，基本上就没有 lock in 的问题。因为同样的，就是以我的理解，老师担心的是这些私有的公有云、专属的公有云大家可以调一些参数，然后就把我们要的功能拿掉，上游不维护了，那我们也没法自己维护。但是在我刚刚提到的，就是把程式码移动到离资料近的地方的这样的做法里面我们只是贪图它的算力而已，我们并不是要它别的东西，对吧？那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就是放弃掉我们对于演算法的控制权，这是基本的概念。那当然这里面有
有很多 要解决的问题。好比像说，如果你是全分散式架构，那你怎么确保点对点的加密传讯，包含它的描述资料，都不会被窃听等等，这个是一个困难的技术题目。那但是好在欧盟嘛，最近通过了 DMA， 那就说反正一年内两年内，他们就是要解决掉这些技术题目了。那所以我们也可以透过欧盟的这些开发者的工作，包含像 Matrix Foundation 啊等等，去解决这些困难的技术问题之后，那随着某个东西被解决，我们就又自由一点点嘛，对不对？大概就是这样子。那这是我初步的回应，看老师有没有要再讨论的部分。好啊，好啊，没问题啊。我用了很久的是这个，对，请说，因为可能我自己的作业习惯了，我操作 Audacity 就比较熟， Audition 有试着学会过，但是就不会啊。所以可能就是我是比较古老的，就是时期学电脑的，所以后来新的这些就不是很会哦。那但是我想比较正面来回答了，就是说我们想要避免的，就像老师说的是 vendor lock in。就是特定的厂商，他可以因为所有人都已经不可自拔的使用他们的订阅服务，所以他们可以任意的去抬高价格啊，或什么之类的。那但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我们去介绍，老师刚刚已经推荐了一些蛮好的自由软体。那以我自己的经验，我会觉得用起来很顺。可能是因为我看英文可能比中文还要快，那但是它的翻译，如果尤其因为如果冒出简体字等等的话，那我们在公部门或在学校推动并不容易，所以我觉得一个很稳健的强韧的就是在地化的资源，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提到资安上面的疑虑。就是去确保说它是一个可靠的软体供应链，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那要先解决这两个，你才能够主张说这是更低风险的解决方案。你要用韧性的这个方式去倡导软体自由的概念，而不能是我们当年98年99年说这个写出来的是更高品质的软体啊，很多人看它的臭虫比较少啊等等因为。就整个行业有改变了嘛，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对，所以这是我主要想要分享的概念，就是我想大家如果有常用的，特别是在桌面环境常用的，但是不管因为它的本地文字资源，它的翻译，我记得当时我帮那个 LibreOffice 跟 OpenOffice， 它那个列印思源黑或展示就会当掉，有次在 Costco 发现它没有人想到说一个字型会用满6536个字嘛之类，那还要我去，就是当时我也提了一个这个修正嘛，对不对？就是说你要有足够多人做这些事情，而且确保他们有充足的资源可以专心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是打底的了。在此之前硬去卖的话，我觉得蛮困难的。以上。这个问题是有看到肥猫接待都有一些讨论，不过大概概念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还是要找到一些有潜力的，但是没有中文化或没有什么资安的认证，
的这些自由软体，然后用一个比较完整的计划去确保说它在对不起，至少 Red Hat CentOS Stream 9的这个环境里面是有人维护的，那这个应该要先做。那但因为我们整天用嘛，所以我们碰到就是用起来不舒服的时候，那应该我们会先发现了，大概先这样子。好，那对，那老师说 Moda 可不可以投入资源到这一块哦？以我所知，其实不只是我们的所属法人，好比像说就是测绘啊，或者是 TTC 啊，未来自然院啊 ，TWNIC 啊，关心这一块。那其他的法人，好比像工研院，其实也很关心这一块。所以我想我们会结合大家的资源了，来确保这件事情可以做好。OK。那如果这一段没问题的话，是不是就往下咯？好，那下一个问题是Irvin 哦，Irvin 的问题是说，我们数位部未来很多的业务哦，那都跟个资保护有关，那但是独立个资保护机关的成立哦，持续延宕，那我们数位部是不是有相关的规划，或者是促使它尽早成立哦？那我的初步回应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个资保护的机关，虽然不是专责机关，是国发会，那它是解释跟协调机关嘛。那所以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这个已经通过了第88页，是已经国发会承诺说他们会提出独立的，他们现在叫隐私专责机关跟隐私保护专员，也就是所谓的个资保护官的机制。那这个跟他们在开放政府国家行动方案所承诺的强化数位隐私个资保护是衔接的嘛，一个组织一个作用，那都要修个资法，那来共同促使数位人权能够就是 GDPR 合规嘛。那当然在这件事情实际被立法院三读通过，因为我们都只能承诺就是送草案嘛，国发会也一样，不可能承诺三读通过，那所以我们还是日常就有事情要做。那所以目前已经有相当一阵子，我是行政院的行政机关落实个人资料保护执行联系会议的等于共同召集人。那我们三四个政委就是会定期的去看说每个部会它执行个资保护法，包含安全维护办法啊，它的执行的能量啊等等是拉齐的，而不是各做各的。这个我们做一阵子了。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就是我贴的这个要点的连结哦，这是一件事情。那因为实务上面，就是他们当然会用到MODA所属法人的能量，所以我们当然会全力支持。那另外这个是比较是防弊嘛，那心力上面，因为现在有一系列新的技术出现，你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在隐私的保护跟资料可用性上面做出取舍，你可以完全保护又有完全的可用性。举例来说，同态加密这套自然技术就是这样子的做法。那又或者像说differential privacy， 那以前是算起来很困难，但是现在因为有对抗生成网络什么的，你要做合成资料突然变得就是不太困难，只是耗算力，反正算力每年都更便宜嘛。那又或者说像 open algorithm， 之前也有朋友提倡过，就是刚刚讲到把演算法带到资料上而不是反过来，等等的这些方法，federated learning 等等。那这些他们欠缺的是什么？欠缺的是实际在公务体系里面有人出来说这好像防火建材一样，你用防火建材以后就根本比较不会发生火灾，你不需要一直在那边救火，你只处理个资，不要去利用个资，不要给别人利用个资，那个别人就不会碰到个资嘛，也不会看到个资，同样的道理。所以这个情况我觉得是可以透过技术来一定程度上面缓解这样好像这种零和的冲突的。所以这个我们也会让我们的所属法人去培养这样子的能量，而事实上因为我们要做 DApp， 所以在 Web3 的架构里面这是唯一的方法，没有人会希望自己个资上链的，所以这不是说什么去识别化到什么程度，你不会说有人去识别化之后上链，不可能嘛，而是说是完全用加密或刚刚讲这些自然技术确保说根本就跟个资无关的方式来利用，或者是说如果是有关的话，那是完全个人自主权授权的这个情况哦。那所以这是大的方向了，这个要讲可以开研讨会，但是我想就先初步讲到这边了。好，那来看啊，
那对，所以我讲的就是说，我不认为29100、29191，在当年的那个状态，也就是从供给方来讲，在当年深度学习还没有那么普及，所以当时会觉得说你去识别它到某个程度可以合理的推测说你很难重新识别，但是现在深度学习普及了。所以，关于某个人的蛛丝马迹，那个非常高维度的空间里面，只要稍微搜寻到一些，因为维度高到一个程度，所有的点之间都很远，所以其实你再识别非常非常容易。那而且因为机器学习嘛，机器训练它也不需要告诉你怎么识别的，所以它搞错了你也很难 appeal。所以就是因为深度学习的进步，所以使得本来觉得好像可以去识别好到某个程度的这种想法，可以说是破产了。那所以你问的这个问题是，就是在客观的技术情况下，本来的那个做法是就是不管用的。那所以什么做法管用？就是我刚刚讲到新一代的，我们现在叫 PDIS 嘛，这些隐私强化技术啊。先回答这个问题。那如果，哎，好像还有追问，我看到正在打字的这个讯息啊，要就是了解。好，那就先这样子哦，我们就往下喽。那下个问题八票的是说，从政委到部长的职位变化，对唐凤宁与其他部会协调什么影响？毕竟以公共行政的角度来说，两者在职权、在任务、在跨部队协调权限上面似乎有非常大的不同。之后，其他部会的咨询业务，好比像说简讯实验室，那数位部是不是还会有角色，或者是还能够有角色哦？好，那首先先很感谢帮忙这个补充 PETS 哦，我们之前跟国网合作，他们有拍一些 PETS 的宣传片，那也可以参考。好，那回到这个问题，我初步回应是说，莫达在组织法里面其实是有被赋予协调其他部会的角色。也就是说，关于国家数位发展政策、关于数位服务、关于资料治理跟资料开放，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 MODA 是有协调权限，那这个是法定的。所以，我当政委的时候，其实最常协调的也就是这些事情，所以这个部分是没有受影响哦，这是第一件事。那另外就是，本来我们在院级，除了刚刚提到的，我有参与的那个落实个人资料保护执行联席会议，院级的虚拟各自专责机关的那种事情之外，还有一些别的，好比方说资安相关的，我们有行政院的国家资通安全汇报，那由副院长为资安长，那我是之前有当过副召嘛，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假设。数位部成立，因为资通安全也是数位部的业务，所以我还是可以以国家资通安全汇报的可能副召的身份，那在副院长的授权之下去进行资安方面的协调。那同样道理，行政院智慧国家推动小组DG Plus，当然现在是由国科会来担任幕僚。但是同样的，我作为国科会的参与者，那以及这个推动小组的参与者，那 MODA 也是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去协调其他的部会。那我实质上其实也就差不多是这样，所以协调权我想并没有显著的弱化啊。如果从公共行政角度来看的话，先我回答这个问题。好，那如果没有追问的话，那我们就往下了。RS 问说，如果数位部是油门，而 NCC 是刹车，刚刚讲了有很多刹车，的话，那么像爱沙尼亚跟芬兰跟冰岛的 X Row，或者我们这边的实作叫 T Row，那这种基础建设的实作啊，稽核查核什么是哪个部会来主导啊？那我的初步回应是说，目前国发会资管处维运的所有系统。应该只有 join 点 gov 点 tw 就是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留在国发会，那其他的都会移拨，所以当然也包含 tro 的这个制度。那当然，在我们的实作上面的做法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就是因为我们的核心价值刚刚讲的是强化全民数位韧性，所以我们会比本来的做法更喜欢
去使用国际通用的公共程式，更喜欢去用像 IPFS 这样子的全球不分区的相信同样的价值的维护的东西，而比较不是就是自己做一套。那自己做一套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好，只要符合公共程式的那个规范，然后捐出来，然后找到跟我们理念相近的，地缘上可能不近但是理念特别近的一些政府一起来使用，那这样子的话也算是全民数位韧性的一环。所以不是说好像什么都不能自己写，不能自己打造，但是自己写自己打造总要有个想法，就是这是为民主阵营在贡献基础建设，这个基本想法跟以前可能国发会资管处主要在意的是国内的使用或国内的各级政府的使用我想是最大的理念上面的差异哦。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好像有人在打字，所以我们稍微等一下下。在等一下下的时候卡西表示离合器跟手刹车哦，不知道是哪些部位哦。那我想这个想要认领这些角色的部位都很欢迎来认领。好，那我想就不特别等了。反正随时 key 好了就放到聊天室吧。好，那接下来Franklin 想要问说数位部对于 ODF 这个讲的是开放文件格式的态度未来做法，那以及在教育界跟其他 ODF 政策成效不彰的单位有没有什么改进的想法哦。那我先初步回应。那对外服务就好像说不要说政府网页上面的附件竟然只有 DOCX 可以下载，这个当然会延续，这个是最基本的嘛。那但是在内部流程上面我自己其实是从来没有习惯过，也大概不会有人强迫我习惯那种就是文件拿过来然后加个 V2 V3 V4 V6 开追踪修订又忘记开又不小心这个取消掉了等等的这种作业方式。我从最早有 SubEasyEdit 出现以后就从来没有习惯过这种作业方式。而且在那个以前我也是用 Wiki 比较多了，所以我不觉得说ODF 它是主要的写作格式，这个是我就是实际的使用的经验。那但当然有写作功能的，好比像说 ODF Web 或者像说我自己维护的 EtherCalc 也可以绘出 ODF 嘛，可以绘入。那当然现在有很多共笔系统都可以绘出绘入 ODF 作为跨系统交换格式，那我觉得蛮不错的，因为它不可能被另外一个系统打开突然就跑版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它的正确的使用方法。那但是其他的部会我想对 ODF Web 啊或者是对我刚刚讲到这一套不一定那么熟悉，所以同样的还是要先从我们因为我们是四波不同的人移拨过来嘛，就是刚刚讲到国发会资管处的朋友 NCC 的朋友经济部的，那跟就是数位产业相关的朋友，那以及我们的资安处，那每个都有不同的文件的使用习惯，每个都有不同的沟通的使用习惯，即使传讯的系统也都不一样等等，所以我们会很看重中间这个桥接的部分。刚刚提到的 Matrix 当然是一个，当然 ODF 也是很重要的部分，但是就同样的它是在跨系统交换的那个用法，而不是说大家都要开 Collabora 或者是开 LibreOffice 的用法。我很这个诚实的说，我就是偶尔会开 Impress 做简报，这个我还会，但是其他的几乎在平常都用不到啊。希望我回答这个问题。好，那刚刚有一个追问哦，就是在 T Row 上面，如果在后续的推行上面，针对不熟科技的老人家等等，那会怎么样提供非数位科技的选项，或者是要怎么弥平哦数位落差？不，我这边也想沟通一个概念，就是数位化并不是无纸化，也不是要求老人家去学什么新的东西。我举例。好比像说我们在纾困2.0的时候，
我们就汲取了之前扩大急难纾困的惨痛的经验，当时是在临柜嘛，那个填表嘛，然后就非常大的这个争议，因为我们的公务员第一线公务员的量能没有办法把这些填表在大家希望收到纾困时间里面建入变成电子档，那所以反而是用电子化系统看起来好像有用，但是因为想要简单纾困这些朋友，这并不是他们习惯的互动模式，那所以后来就造成非常大的麻烦。那但是我们导入数位化的解决方案，并不是要求大家都要 来打字，而是看那个想要领到纾困的人他最习惯用什么界面。举例来说，像在里办公室或者一些相关的社会使命团体，我们是用回邮信封的方式，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服贴他的存折影本，或他如果没有的话手写最基本的资料折起来，不用贴邮票丢到 邮政信箱，那是靠邮政信箱把它集合起来，然后给可能行动不方便或有其他方面不方便但是打字很快的朋友，在疫情期间创造就业机会，让他们全部都踢进数位化的系统里面。所以可以说是这个 touch point 这个接触点，它看起来并不无纸化， 它很多纸，但是因为它是有导入服务设计的概念，所以在每一个接触点上面，它的流程都比本来的流程更省力而且更安心，确保说可以直接汇入他的账户，或者是很快的能够寄那个支票汇票过去。但是如果是学龄的儿童的父母的话，我们就觉得那他就是如果真的不会的话，当然去邮局了，但是绝大部分学龄的小孩的父母大概都至少会用自动提款机吧，那所以到自动提款机，那用你的邮局金融卡什么，那输入小孩的卡号之后直接领一万块出来，或者如果能够上网的话输入账号那跟卡号正好，然后就直接转一万块过去，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设计出来的 touch point。 所以可以看到都是无害并存的，就是最后还是有临柜等等的选项，但是我们挑的 touch point 是他最习惯的那一个。那为什么是这样？是因为他的学习成本低的时候他就可以教别人，那当大家都可以教各自就是最熟悉的人的时候，这个就是全民的数位韧性嘛，就是确保说不会的人都有比你稍微会一点点的人可以教你，那这个是最基本 的做法哦。好，那这个咨询人权贵老师刚刚问说目前高度依赖 Office 哦，未来有没有什么机会来改变哦？就是说因为以前还可以说是省钱什么的，但是现在 office.com 你用 Linux 连过去，那个连就是钱都不收你的，然后就是格式也都不会跑掉，所以就是本来讲的省钱的那个论点就很难嘛，就是我们本来是说自由软体省钱，就是对不起，开源软体省钱，那开源软体会有比较高的品质，那但是现在就是一个免费的网站，这些论点都很难做出来，这是实情嘛。对，那所以我觉得比较好的刚刚想到这个做法反而是说我们要超过这个，就是其实也有这边有另外一个留言是说超过我们对文件档案的这种作业流程的想象，而是说我们用各自最熟悉的系统，像刚刚讲到一些好的 touch point， 那然后能够彼此之间互相借鉴，那这个其实是最近的趋势嘛，所谓的 no code local就在讲这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一致的资料模型，但是你需要新的视图或者是需要新的维护的界面的时候，你可以就好像编辑试算表那么简单的就冒出一些编辑的方法，那这样子我觉得才是在资料搜集的时候就跳过那种你还要去剖析就是有合并储存格的试算表，或者是要剖析这个文件栏位里面内嵌的表格等等的这种杂七杂八的事情。那我觉得要用这样子的角度来想，因为其实 office.com 的使用体验真的蛮好的，你很难在使用体验或者省钱或者是不支援 Linux 等等的这些角度上面去跟它抗衡哦。那希望回到这个问题。那老师刚刚问说我常用的文件写作是什么，我现在几乎全部都用 Markdown， 所以我就会随便什么东西支援 Markdown 我就会用嘛。那我们在 Sandstone 里面我们自己维护 CodeMD 是 HackMD 的一个 fork， 这个是我最常用的。那但是因为支援 Markdown 的东西是非常多嘛，所以后来我也在数位部筹备的期间有用国内的一家新创
他虽然不是，诶，他能说国内的吗？国人，开的一家新创，他是 Y Combinator 公司，国际的一家 Born Global 的新创，叫 Heptabase。那 Heptabase， 当然他不是，自由软体，但是他的资料全部放在本期，所以他是符合我刚刚说的把软体带到资料上的这个概念，所以我资料不需要被绑在任何特定的地方。事实上我有跟那个创始者说，我基本上就放在我自己的，就是档案的共享的，不管我要放在 NAS 里面还是放在什么里面，你不要管我，我就是同步化我的在地的这个储存档案。他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反正 Heptabase 还没有多人共编，对不对？所以他支援 Markdown， 所以他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就是他有 API，所以我在上面的这些视觉化编辑等等，那后面的那个系统包含我们的官网啊什么的系统，它可以读我在 Heptabase 上面的排版，然后直接透过它的 Publish API 对应变成资料嵌入的地方。所以就是这个资料嵌入，因为我是非常视觉化思考的人，东西放在就是 Infinite Canvas， 就是非常大的白板上面，对我是最自然，所以对我来讲这个是很容易 capture 我在想的东西。但是对于官网呈现来讲，它需要非常结构化的资料，所以我们只要约好一些 convention， 那他也不用改使用习惯，我也不用改使用习惯，就可以对接上。那所以基本的概念大概是这样子。那 Heptabase 当然在 Linux 上面跑是完全没有问题，它应该是 Electron 还是什么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推广的是这种你不挑特定的软体，共同编辑同样的有结构的资料格式的这样子一种想法，那这个时候才能够比较打破就是 O365 的那种想法。不然的话，如果是以 O365 的价值主张来抗衡，那这个是很困难的，因为它只要改变你的使用习惯，那你立刻就要更新你的这个抗衡它的这个软体，就会一直追在它后面了。那你如果要抗衡 O365 的话，我觉得是要领先在它前面哦，才比较有可能做到。至少看起来我还没有用过他们的 loop 啦，就是新的那个视觉化的，我是不知道。但是 Heptabase 目前至少 O365 没有办法满足嘛，或者 CodeMD， 其实 O365 也没有像 CodeMD 这样的 HackMD 这样的东西哦。希望我回答这个问题。好，那如果没有追问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就再往下了？下个问题是说，Tiro EID 这些数位基础建设啊，那如果移播到 MODA 之后，那是不是会有相关的配套的法规草案？那会不会等待相关配套法规三读之后再推动前述的数位基础建设？不过 Tiro 这个字有一点 overloading， 就是过载。我们现在用 Tiro 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我们指的是部会之间不要自己约定SFTP 或者 rsync 或者什么其他的共享硬碟，有的没有的。他们之间不会莫名其妙互相约定，中间当然还是有他的授权，所以你在意的这个就是他需要依法规什么，那个本来就有，他一定会就是法律保留嘛，就是要做这件事情，他们才会接这个资料。但是接这个资料的方式是 N 乘 M， 就是每一对部会就要自己再约定一些方式，那会造成很多这什么 dark fiber， 对不对？就是后来就不太可见的这种资料传流。所以 Tiro 以目前的这个意思，它纯粹在讲的是说，我们给它专门的网段，我们确保它有数位签章我们确保它有不可否认性，有共用的时间戳记等等，就回到就是 XRealNIS 的那一套想法去。那所以它其实全部在做的只是让 rsync SFTP 什么东西变成可管理的，而不是它在上面再额外多做什么事情。那但是当然我也理解，就是有一阵子 Tiro 被当作别的意思，那但是我们现在用 Tiro 的时候，我们是回到 XRO 的那个意思而且我也帮爱沙尼亚朋友澄清一下， XRO 从来没有用过区块链，
他们未来要不要用区块链另外一回事，但他以前也没有用过区块链。好，这是消息澄清。好，那我们回到这个问题的另外一个部分。当然电子线上法会一波。那电子线上法本来就认可很多包含符合 PKCS 的各种各样子的，其实现在有什么工商金融各种各样的凭证。那自然凭证当然是大家之前常用的，但是卡式的就很不方便，所以我们现在大概都是用行动自然凭证。从不管是之前的那个就是数位疫苗相关的凭证，那或者是报税，或者是 MyData， 那 MyData 其实就是 Tiro 的一个主要应用嘛。那或者是之后像我们的签公文系统，那这些都可以是用行动自然凭证来进行。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凭证，也都是国际上面所说的电子的身份证件，就是广泛的来讲，这些都是数位的身份证件。那至于新一代身份证，就是内政部的身份证，那个当然还是内政部的，但是以我们目前在设计这些系统的时候，我们用也是内政部的行动自然凭证跟卡式自然凭证是相当顺利。那行动自然凭证因为它用虽然是生物辨识，但是是你自己授权你的手机的生物辨识，那所以这个生物辨识当然是不会出去这个手机的。那你要是就是很不放心你的手机的生物辨识，那你当然随时都还是有卡式的自然人凭证可以使用哦。所以这是目前现成的情况。那这个跟就是您的问题可能就是有一个预设上面的不同。那不过也很感谢这个声音补充，就是可能这个问题里面提到的是内政部本来要推的那个新一代的身份证，但是我们现在的运作其实是不依赖于那一个的。那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好，那有一个刚刚的追问啊，是说抱歉这个问题有点大，而且有一点随机哦。那听了几个 Q&A 之后，感觉作为部长的任务哦，就是对外维持像现在是政委身份这样子的跨部会协调，然后就是引导 facilitate 解决方案的试作 piloting。然后跟确保大家共同价值的情况下能够接受，所以不满意但可接受。那另外就是有一些国际的尖端的这种趋势，那这些趋势说真的在国际上也没有几个国家的政府真的买单啊，好像 PMPC。 那但是我们的好处是我们比较小嘛，比较敏捷，比较 nimble， 虽然没有就是可能巴塞隆纳那么小，但是也是沟通成本比较低的地方。那所以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比较容易做一些从 POC 那一路当然到就是商转模式等等的试作。那我觉得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 summary 啊，所以我刚才回答大概都是在这条线上面。那当然其他你说有没有超过我现在的工作的业务，我觉得也不是完全没有。因为举例来说，像本来通常会所主导一些业务，因为我从来没有督导过通常会，所以像大家关心的低轨卫星啊、5G 专网啊，或者是接下来 JDAT 关心的这个 accessibility 啊，这些，那这些就以前并不是在我的工作范围里面。那所以我的工作方式也许是差不多的，但是工作范围我想会有一些调整，会有一些扩大，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好，那接下来是 David 想要问说未来数位部是不是能够指导或者参与包含 CCON、COSCOP、MOPCON 这一类的研讨会的活动。当然如果你目前就是跟公部门的桥梁窗口是经济部工业局里面跟自由软体开放源码、开放资料等等相关的这些业务，基本上很好分嘛，就是说当我跟你分享了我还有的东西，像 data 或 code 或 norm 或者是 meme 那这个就会一波。那但是分享给你之后我就没有的东西，好比像说 chip 那就没有一波。所以就是如果你本来在跟就是经济部特别是工业局有一些对口的话，那些对口都业务都一波过来了，所以这个是不会停下来的。
好，那这个是就初步的回答。好，那接下来 T Monk 问说，这个 PMPC 的公共程式要怎么样子 bootstrap 以及持续维护下去，以及 CC 0的授权要怎么激励开发者参与哦？嗯，后面的这个问题就是 Web 3正在回答的问题嘛，就是当你按右键都可以存 JPG 的时候，而且有一些还说是 CC 0授权的时候，那为什么可以激励大家参与？那这个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基础层、共识层、激励层什么，这个 是很常见的分法了。那但是这个确实是我们最早最早1997-98年在想开源的时候比较没有想到的这一部分，就是连 public money 都可以用 public code 来定义啊。那这个是很新的激励层。那这个激励层它就是透过游戏化的方法，然后去确保说大家的共同治理权，就像那个 Tom Sawyer 汤姆历险记七强一样，变成一个大家很喜欢玩的，好像共荣式公园这样子的一个游戏，以至于说你要前一波参与游戏的这种特权，就是帮大家做义务工作的特权，竟然是可以卖啊，叫 Original Gangsters。那甚至还有这个什么灵魂绑定的凭证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是说，这个都是电子签章法的全新应用。我们本来不知道这个数位签章货币可以这样子用的，但是也蛮成立的。事实上是有激励层存在，所以我最近几年大概都跟 Vitalik 就是常常交流这一方面的意见。所以我们的对激励层的想法会跟以前不太一样，会透过像总统杯黑客松已经提出过的平方投票，或者正在实验的平方募资等等的方式，还有我在社会创新相关业务量化它的社会影响力，所以你就可以有影响力凭证的这个做法。那又或者是说在社会创新领域大家都会有就是一个盈利的事业，但是它是由一个社会目的的事业来控制这样子的做法 ，hybrid 的做法等等。那或者是所谓的 retro funding， 我们在社会创新这边它叫做 pay for success， 等等这些做法，那这些都是新的激励层，这些激励层都是在解决公共财要怎么样子让大家愿意投入时间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可以试试看了。就是对我来讲 ，PMPC 不是说完全是公部门的事情，而是任何正在做治理以及激励治理的参与的社群都可以一起来做的事情。希望有回答这个问题，这个是蛮大的题目啊。然后对对，因为这一块是真的是就最近几年才出现的，所以我跟 Vitalik 那个上下两集的访问，光是翻中文字幕就花了最主要的时间，因为并不是这些字并不是有翻译的，很多是初次翻译的。对，那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听听看台湾 Plus 我跟 Vitalik 的讨论，那或者是说有一个 blog。叫做什么什么多元宇宙什么东西的，可以找一下。那之后以我的理解，就是G-Link Video Slack 里面现在有一个 Web 3的频道，那才刚刚出现一个叫做 DAO Zero 啊，这个 DA 零哦，临时DAO的这样子一个概念，那就是会有一些普及吧，就是把 Web 3跟 G-Link V 的我也觉得很相容的不同的模式，找一些题目让大家来发现说，哎，那我们激励层也可以用 G-Link 的模式来 fork 哦，大概是这样。那然后宇昌问说，如果不要说指导的话，我刚刚也没有说指导，要怎么样子参与到数位发展部的工作当中哦？我这里要看什么社群嘛？像如果是服务设计社群，我们过去几年透过像 Ray 这样子的专案，就是让有服务设计的兴趣的朋友看得最不顺眼的数位服务就进来帮我们去打掉重构，那慢慢也累积出来了像 design system 设计系统等等的这些打掉重构的体验设计的一些方法，那我觉得这是蛮好的，这是服务设计社群。那当然像我们做资讯架构，特别是刚刚讲的这种分散式的资讯架构，
的社群，其实总统杯黑客松他们最近才去做了一个 pitch， 说大家这个拿总统杯黑客松卓越团队的就是前20强的这个门票的或之前几届的参与者，要不要也来跟区块链这边 pitch 一下，然后确保说他们的解决方案可以转换成 DApps 是怎么样。所以这也是一种社群参与的方式，因为总统杯黑客松团队几乎都是有公务员参与之类，所以也我觉得是可以在那个 infrastructure 的韧性上面来进行贡献。那当然就是因为这个太广了，就是社群有太多个，所以我很难在这边列举了，所以大概先回答到这边了。好，那卡西问说就是 Web3 DAO 的模式运作会不会过度专注在货币的价值而不是实际产出的价值上，这非常好的问题。当然可能，就是所谓 hyperfinancialization， 就是过度货币化。那过度货币化的解决方案有很多。那当然，最近那个 W3C 刚通过 DID 啊，就是分散式的身份。那你透过像 verifiable credential， 就是可检证的凭证的这样子可验证凭证的概念，其实可以建构出不以稀缺性，就是不是卖稀缺性，而是参与权的这样的一套新的做法。那这个做法在就是链圈的对应叫做 SBT Solbond Token。那我有部落格讲这个，那可以稍微参考一下。那当然，如果要就是回到就是比较那个社会互动设计的层面的话，那有一个比较窄而且相当繁琐的一篇部落格，不是我写的 ，Glenn Wild 写的、哦、那但我们都是 Radical Exchange 的理事，那他就是在讲说要怎么样把激励层用一种既不是过度货币化，以至于丧失人跟人之间的互信，就是社群被摊平了，也不是过度集中化，因此所有人都必须相信某个中央集权，而是在中间去找到我们现在叫 Plurality， 就是多元宇宙的这样子一种做法。那但是因为今天不是多元宇宙研讨会，所以我不会再花太多时间讲这个，而且就是已经有相关的部落格讲这件事情了、哦、对。好，那宇仓的追问是说，那数位发展部的业务会怎么推动 RXC 的相关的理念、哦、当然平方投票我们推动很久了，所以特别是像总统杯黑客松等等的这些工作，当然我们会持续推动，这个是绝对没问题啊、哦。那当然平方募资会是全新的，那我们会试着来做平方募资的工作。那这两个大概就会是短期之内比较常apply 的一些概念。那 RXC 不断产生出很多很玄的概念了，但是我们毕竟还是就叫 MODA， 就是电能要快速转换成动能，我们是做最近一两年之内的这些应变的服务，所以我们不会一下就扩及到别的题目上面去，我们会把就是刚刚讲到的让全民怎么样快速凝聚起数位韧性的这个基本概念，适合的那这些适合的 RXC 这些概念就会先用、哦、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好，那就这个题目就先这样子咯，那我们就再往下。好， Ronnie 想问说数位部是不是有机会盘点所有中央部会的社交网站的使用、哦、很久很久以前有过一个叫什么 Web 2.0 营运作业参考指引社会网络篇、哦、那但是这个已经正式废止了，已经停止适用，所以里面提到的概念都自动过期、哦、都不会沿用，所以就是要用全新的一些想法去做了。那我自己是在总统杯黑客松里面有看到一个就是结构化的去处理社群媒体发布的概念，叫做文艺之间。那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那也要看他在总统杯黑客松就是做到什么程度。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他不要变成是好像社群媒体的互动跟我们的资料发布脱节，它应该是扣合的。那这个中间这个 pipeline 越清楚越好，那因为足够清楚你才能分叉，你才能符合像文艺之间在关注的就是多重不同的语言或者是可亲近性可金融性等等这些需求，大概是这样子。
好，那可能要先就是只能回到这边，因为这个题目要真的要回答是非常细了，所以如果你有很具体的建议说，哎，就是国外或者是哪个部会、哪个地方政府哪件事情哎做得比较好，那我是非常愿意来讨论，因为我们国网的 IPFS Note 都架了嘛，就是可回溯检证，不可伪造，而且有自然会编版本等等这个基础的储存层，那当然就是已经存在，所以既然有，那就要多用。大概是先回到这边。好，那这个题目是不是就先这样子了？那我们就再往下了。哦，对啊，这个文艺之间的成员有在线上。如果要讨论的话，欢迎 email 他 ，email 在聊天室里面。好，那接下来下个问题是 CS 哦 ，CS 问说，当下面临数位平台上面资讯操作，或者说假讯息，或者说歧视、仇恨言论各种各样子的问题，那面临的是言论资讯自由跟内容治理之间的拉扯哦。虽然已经有识别讯息操纵，我想频道里面不少人正在做这方面的很重要的工作，跟有害内容的各种尝试哦。那但是副作用就是说，因为判断标准缺乏共识，意见分歧底下，公民社会内部的信任危机会撕裂。那这不是监理的问题，完全同意，而是治理的问题，就是数位民主的韧性要如何建立啊、哦？那孟达是不是打算做这一块啊、哦？那当然，如果要详细的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其实就是 RxC 在做的题目，所以刚刚那篇超长的“为何我是多元宇宙人”，大概就是在处理这个。那如果只讲基本概念的话，其实蛮简单的，就是像PTT 这样的 BBS。为什么他比较没有刚刚讲到的这种摊平了治理的情况，就是因为他设计起来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参与式的，在自然群组里面去治理。当然他本身的技术架构并不是分散式结构，所以会有各种各样子的问题，这个是好像我20几年前的创业题目。但是就是他的那个基本想法是好的，就是每一个群体他自己去处理他自己的治理。每个人他是各个群体的交集，但是反过来讲，你也可以说，当一个人属于非常多不同的群体的时候，这些群体也可以透过他，去变成桥梁。所以，当一个人他非常专注在单一群体的时候，他的话语权也许增加；但是，当一个人他是交叉在不同群体的时候，也许他的协调权增加。也许，我们的 moderation 是要看他到底是全域的，如果是全域的，就应该要彼此不相属的各个社群都同意这件事情，像之前那个Arvin 在2015年在 Polis 上面提出这个 UberX 的第一个跨群组见解的时候，哎，就是需要这样子的能力。但是如果专门只是关于某个小群组或某个版的事情的时候，那他应该有比较多的自治权。那这个要确认，我们才比较真的能够把现实社会里面的人际关系，跟这个人际关系里面带出来的比较 pro-social 亲社会的行动方式带到社会实践里面。你如果是一下子就所有人都摊平是 flat namespace 的话，那这些都没有办法建立，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分子化、原子化的这个情况下面哦。对，那对这个资讯君贵老师有找到这个共创韩融多元宇宙，也是提到这样子的想法。不过，如果有玩过 Mastodon 啊，或者 Secure Scuttlebutt 或什么，这个其实是再自然也不过的想法嘛。所以并不是我发明的，只是说我们去观察哪些比较 work， 那试着透过一些隐私强化技术让它能够更容易普及而已。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好，那有要追问吗？如果没有要追问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再往下了？好，那就继续咯。Ronnie 想要问说，我们开放资料 （open data） 的业务是不是会从国发会移拨？那如果会的话，会不会有什么不同的做法哦，以及不同的目标哦？那我想刚刚讲到了嘛，就是 join 平台以外，大概都会移拨，所以 open data 当然会移拨。那我本来也就是主持行政院院级的开放资料的咨询会议，
那只是疫情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在忙别的而已。那所以当然基本的方向其实上次的会议已经有讲了，所以很多会议上次会议讲的那些基本的方向就是高的应用价值的资料，那特别在开放科学上面之后在博客会可以有更多的推动等等，那这些大概会议记录里面都有写，所以我就不特别来背这个会议记录。但是我想强调就是说，因为open data 并不是Open Government Data， 这个是我一直很强调的，所以它不是在我们的数位政府司，就是不是土居的那个司，而是放在我们的多元创新司，就刚刚讲到是以社会使命为主要的国内组织的那个司，也就是说它现在是被把它放在跟数据公益 Data Altruism 放在一起了。那所以有些时候并不是开放资料是正确的做法，有的时候开放演算法才是正确的做法，那有的时候硬要开放资料要去识别化是不通的，反而应该要透过分散式的学习等等的方式来运作，有时候你根本就只应该开放合成资料，绝对不应该开放raw data 等等，那这个判断本来都要跨好几个部会，那但是现在就是同一个多元创新司，就是资料的各种创新可能性的司里面的各科就可以来讨论，所以它的协调成本是比较低的啊，大概是这样子。数据公益相关的部落格有贴在这边了。好，那这个是不是就这样？因为这比较简单的事实性问题，就再往下了。下个问题是说，数位部是不是愿意用 PMPC 当做预设的政策？那在目前因为疫情已经花了大量预算跟纾困措施的情况下，在软体采购上面全盘检讨，以开源作为主要选项来节省不必要的授权支出哦。对，那就是因为这个用词很重要，所以我刚刚已经大概讲了，就是说我们会支援 public code， 但是会翻成公共程式。它的定义里面会援引自由软体自由的定义，但是不会援引开放源码的定义，因为我们用的是 CC0， 而 CC0 不是开放源码。那我也跟就是国际的朋友讲清楚这件事情，开了一个 pull request， 这个已经 merge 进去了，所以应该下一版九月吧就会用我们的这个新的定义哦。那我们自己的官网标案当然是最开始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要换一批字符业者。我们是想要跟现在的这些字符业者商量导入 public code， 虽然看起来他们不能锁死我们，但是也表示他们有更多的生意可以做，所以这并不是一个说好像为了省钱，主要原因是因为如果讲为了省钱的话刚刚讲到 office.com 其实不收你钱啊，那 你用省钱的角度一讲你就没有就是你就输了嘛，就不可能讲得过人家，所以我们才会回来说，不是重点是你要多个乙方之间彼此协作，但是为什么要这样，是为了要增加我们的数位韧性为了确保说发生可用性事件，不一定是被入侵啊，它可能只是太多人同时使用等等，发生可用性事件的时候各方的人都可以来帮忙处理，而不是因为每个乙方都只看到自己的那一堆程式嘛，所以其实改几个参数就好，但是没有人知道那几个参数是什么。那 我自己就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就是常常都是要我自己先进入火场，然后签三四个不同厂商的 NDA， 我变成这四个乙方的共同乙方，然后我才能看到他们的程式嘛，因为就是没有这方面的作业习惯嘛，没有这个 inner share source 的作业习惯嘛，所以这个厂商是听得进去的 ,SI 是听得进去的。但是如果你在这边突然冒出一个AGPL3.0 出来，那没有人要跟你玩了，对不对？所以后来我们才采取了就是里面对商业专属社群最友善的 CC0。这个就是当时我们 BSD 社群说GNU 那边叫 copy left， 然后商业软体那边叫 copy right。那我们叫 copy center， 什么是 copy center？ 就是一个影印中心，任何人都可以来影印，那回去怎么用随便你，大概这样。所以就是我们目前对public code 的想法了。那这个并不是我们独创的，就是像 18F 美国联邦政府等等，大概都是用同样的想法。那当然他们本来公部门著作在他们境内就不能主张著作权，但他们同样是靠 CC0 的方法确保说在境外
好比方说在台湾、我们也可以、好像它也是 public domain 这样子来使用，所以它是共通的。那也只有这样，我刚刚讲到的我们做的传播到别的国家才变得很容易，不然他们的法务就要花非常多时间了。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好，这部分有要追问吗？我看到 NASA 有开麦克风，他说什么？哦，还是不小心开。好，那我们就继续咯。黄甫有一个追问说，有已经确认共同价值的群体来设定互动规则，但是像假讯息或者数位霸凌也是在某个群体里面被所谓认可的规则，造成外部的伤害跟外部的成本，那数位部在这部分是不是以所谓的自己的权益自己救这样子的概念来运作？不是啊，这个按照 Ostrom 的说法，就是每个 commons 每个公有地它都是套叠的在更大的公有地里面嘛，所以不是说，因为你这个想法有点像是好像他没有群组长的那个想法，对不对？就是或者是他没有共同的重叠的成员，这个是比较像是点对点加密里面的一群全匿名的人的这样子的想法，然后这些人的人际连带在别的地方都没有办法检视，所以那个当然是就是匿名留言看板最糟的那个情况嘛，那当然是这样子。但是我刚刚的意思并不是这样啊，我是以确认共同价值的群体，意思是说它不分在数位世界还是在现实世界，它是已经确认了共同价值的。好比像说今天大家关注的共同价值可能是人权的价值可能是自由的价值，可能是韧性的价值等等，那我们因为有这个价值，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结构才是这样。但是我们并不是一群蒙面的人每个人就算是代号，这个代号在别的社群里面他只要用类似的代号对那个社群也有意义，所以我们事实上是一群intersectionality， 就是有多元交织的身份的人，因为某个共同价值或某些共同价值 ad hoc， 就是针对这件事情，针对某些特定的事情来进行讨论。所以虽然我们设定了我们关于这次讨论的跨群体的模式或者互动的方法，但是那不表示说我们不受到我们自己所来的那些群体的文化或次文化所制约。所以就是说这个已确认它是套叠的，而且是 overlapping， 它不是界门纲目课属种说你是 mutually exclusive， 而且你进去之后跟别的都没有连带，那个当然就是所谓 degenerate case， 是最糟糕的情况。所以并不是所谓自己的权益自己救这个，因为就是你如果没有玩过 Fediverse 的话，其实很难用就是抽象的概念来解释这件事情，所以是不是就大家玩一下 Mastodon， 然后我们比较容易简单的来讨论这样子。好，那有一个追问是说要怎么样子确认共同价值现在感觉是四分五裂的我觉得要看你是就是杯子半满还是杯子半空嘛，对不对？因为在我看起来我们今天的讨论非常聚焦，而且显然有共同价值，所以我们确认共同价值的方式就是去加大互动的频宽不是四年才投一次票那种我们就是减少这个互动的延迟，就是不是我先讲了40分钟然后大家写提问单，而是有一个即时的这个打字，那以及增广互动的连结，就是不是我去每个社群的 Mastodon 拜码头，而是大家用个共有的平台，而且是用开放的共笔，并不反对新的人加入，对吧？所以就是怎么讲，就是大频宽低延迟广连结用这样子的方式，那共同价值其实非常容易确认，就是说共同价值确认的能力，它的能耐，这个韧性的能耐，这个 relationship muscle， 就是建立社会关系的肌肉组织，它是互动空间的个基本模式有没有达到的一个 function， 这边如果有达到，就是 Ostrom 那些原则如果有达到，你这边自然就会确认共同价值。那这个当然是有点跟所谓新自由主义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但是
他显然是就是这套才是真的嘛，不然也不会得诺贝尔经济奖。所以我是觉得说我是很乐观看待这件事情，是因为在台湾我们对于要所谓民主典范，就是要建立高频宽低延迟广链接的民主，我觉得至少这个 meta 价值这个是存在的、哦。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好，对不起，因为这个我们横跨了太多不同的学门了、哦，所以就很难一下子这个切换 context。不过没有关系，我们有维基百科。Ostrom 是 Elinor Ostrom。那他有提出CPR 的原则，就是你有共同管理的一群资源，而且是互相套叠的时候，怎么样子才能够以共识，而不是每个人摊平成你有多少钱，或者是你有枪杆子的方式来进行治理。他是社群治理的一些基本概念的提出者，当然后来有很多发展了，但是从这边开始还蛮好的。好。那如果没有太多的问题的话，那任俊贵老师问说，可不可以给 MODA 对于 PMPC 哦基本态度的连结哦？当我们成立的时候，就会有这个基本态度的连结了。那我们现在还没有成立，所以只是目前还在探寻，就是大家的想法的阶段。那但是之后可能会整理成，就是往内部的话，当然就是要点了。但是应该是会整理成说帖等等。那这个是因为我们目前官网还只是 landing page， 所以目前还没有这样子就是新注于文字的东西。那之前有试过就是往 SI 的就是系统整合上怎么讲啊，往社群成员怎么讲啊之类。不过我们也还在试这些论述，所以等这些论述比较聚焦的时候，那我觉得才会有比较新注文字的东西哦。那但是如果老师随时想到新的这一套讲法，因为我们今天我讲的就是同样的就是全程录影的，所以如果就是可能回放或者是回想到这个共笔的时候又想到什么新的说法的话，那也很容易就没人去进来。因为这个是坦白来讲就是还没有市政府或者是一个小区城镇以上的规模的采购全面采用 PMPC， 都是几%几%这样。对，所以我们也蛮需要一个比较适合我们现在的情况的说帖，而不是直接去抄欧洲那边的说帖这样。好，那大概就先这样，我们就往下了。好，那下一个问题是说现在我们当然身份不太相同嘛，以前都讲的是全民数位韧性，那是基本的理念。那但是对于产业发展的部分，常常是我之前都是说，我只是召集人嘛。那当然现在身份改变，所以对于产业发展短中期目标有哪些哦？那以及会着重在哪些产业哦？那首先要说的是说，像我开场时候说的。Administration for Digital Industries 是各行各业的意思，不是哪些固定的产业我们去培植，而是说任何的产业他愿意来进行数位化的工作，那这样子的话他就变成我们就是一起工作的伙伴。所以这个想法跟以前那种特许啊监理啊等等的想法是有相当大的差异，就是要拼 GDP 的部会也还在嘛，所以它并不会因为我们成立而不拼 GDP。 那同样道理就是想要照顾到所有人的卫生福利的部会也还在，不会因为我们出现了我们就越俎代庖帮他特许什么东西。对，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大概就是数据公益生态。那刚刚已经讲了很多数据公益生态，我就不特别讲。那但是如果是说中期的话，那大概就是这四个我已经有贴了的，就是增幅嘛，就是全民共创，用需求来驱动。那这个需求可能透过平方投票啊、平方募资啊等等的方式来反映需求，那来驱动服务的创新。那我们的目的是让数位应用可以自然的扩散。为什么？因为我们处理的东西 again 都是你扩散了你也不亏的东西嘛。那然后我们现在的地缘的状态，那也让我们发现说韧性
不是只是刚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什么机敏性啊什么的，而是可用性。可用性也是韧性里面重要的部分，但是以前像 SLA 这种可用性的东西好像比较不是全面被要求的东西，但是现在可用性变得非常重要，所以可用性在内的韧性的韧验证制度，那这个是让大家安心的一个很重要的题目。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刚刚提到这种分散式的数据交换，那这里的翻译是这样，就是raw data 翻成资料，里面可能有个资，可能没有个资。那但是 non-personal data 就是处理之后已经各自毫无关系的，我现在把它叫做数据，所以数据就是对应到 GDPR 或者欧盟的 non-personal data 这个概念。那数据公益同样的，就是我捐个人资料，但是经过处理，可能是我自己的处理，我信任的人的处理之后，它就跟我的个资完全无关了。那这个时候我愿意就是无偿的让它来做公益。那这个是非常有 utility， 就是很有公用事业嘛，就是是靠大家这样子 pool 起来嘛，才能够达到一些就是回应当前的挑战需求等等的这个状态。那所以这个是赋能的部分。那最后就是刚刚提到的全球链接，特别是民主联盟的链接，跟跨境的应用。那这不是像以前写说什么输出或者输入服务，因为同样你到网际网络之后就是。民主阵营是不分区的嘛，所以就是直接写跨境应用，而不是说好像你在哪个国家哪个 jurisdiction， 不是这样子啊。那所以这些是一些基本想法。那当然之后产业署署长应该还会有更多的说明啊。好，希望先回到这边。好，那 David 想要问说，这次的事件之后啊，这个之后有没有想要怎么样子去增进这方面的工作？那这非常好的问题，而且也是时事题哦。那不过时事题，因为我昨天有受访了，所以有回答这一题，所以基本上就是稍微看一下我昨天的讲法就好了。那简单来讲，就是目前用流量清洗其实已经处理掉大部分的 DDoS。那人家就是为什么会 DDoS？ 当然是想要创造话题嘛。那所以只要还有话题，人家就会一直投入资源，对方会一直投入资源。那当然，流量清洗是也要花一点资源的，但是这是比较像对称作战。那但是像我们 MODA 的官网，不管是放在Cloudflare CDN， 或者是放在 IPFS、IPNS 上面，那这个都是不对称的，因为你就是就近这个就可以取得，甚至你自己本机电脑区域网路上面就有一个 IPFS node 就可以取得。那这个时候当然不可能 DDoS。也不能讲不可能嘛，对不对？就是你如果想办法 DDoS 了，那整个链圈都要找你算账。就因为我们是绑在就是 Web 2跟 Web 3的两个比较大的骨干上面的，应该这样讲了。对，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花太多的资源，就可以做到本来要花一定资源做流量清洗才能够做的事情。所以是一个比较，怎么讲，不对称的作战。那所以就是慢慢普及这样子的概念吧。那在我们的官网作为一个示范。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现在其实，各个部会都学得很快啊。就是你把你的网页其实不需要那么多动态互动的部分，很多官网都是静态的嘛，把它存档下来。那真正发生什么的时候，就切换到静态，或者像我们 MODA 从第一秒就是全静态啊。那这样子的话，当然就没有这样子的问题了。那当然 ，DApps 不是说没有互动，只是它的互动是在共识层、共用资料层发生，而不是在特定的伺服器上面发生。所以当然也没有地端、云端、专属云、混合云等等的问题，因为反正你放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啊。先往回答这个问题。好，那新颖想要问说，除了我们三读通过的组织法之外，还有没有哪些特别法、哪些作用法等等？那当然是有很多，而且按照这个时事，会有不同的关心嘛。那举例来说，像俄乌之后，大家特别关心就是低轨卫星，所以我们就算在筹备期间就花很多时间做这个。那5G 专网也是相同的情况。那但是最近立委们都开始关心资通安全管理法那之类的。那在前一阵子这个限量凭证比较热，NFT 比较热的时候，大家都关心电子签章法，就是要看大家的兴趣。那我们自己并没有说好像哪个一定要在哪个前面，
而是说跟各个相关部会，那个部会觉得说，哎，我们如果不来修或者是不来征询这方面意见的话，他们就是现实发展的太快，法规快要完全没法跟上了，那我们就来帮忙来做一些处理。那当然有移拨到我们作为主管机关的这些法案，那当然我们需要提立法院的，我们就会提立法院了。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好，那如果没有追问的话，我们就往下哦。下一个问题是说，可不可以分享挂牌之后的阶段性目标，或者是任内最希望达成的哪几件事情啊？那其实我们组织法并没有完全会在8月27号实行哦。我们827成立的是司跟署，那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有通过的，就是行政法人资通安全研究院 NICE。那 NICE 就不会在827成立，但是我们会尽快。希望能够在年底吧，把它设定起来。那为什么？是因为目前的资安的挑战已经不只是传统上面的那种机敏性的嘛。刚刚提到可用性的挑战也是很重的。那可用性的挑战需要一套不同的解法。那这个东西不完全是现有的包含基辅在内的能量能够完成的，所以我们会额外的再去提新的计划，然后让资安院能够也多出包含在可用性上面的贡献的能力，当然还有很多别的能力了。那这个是短期之内一定要达成的事情。那在可能一两年的期限里面，可能明年年底吧，希望达成的事情，这个我们有写在施政方针里面嘛，就是跨域协力来增进效能跟韧性。那完备数据公益相关的制度跟应用确保个人资料的自主权，那以及跨国公民科技社群，想到了一些资料民主化的方法，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赶快把它引入，那这样子我们就把我们的智慧国家牵进未来网际网络的协议里面的这些 democratic partner 这些民主伙伴里面，那我们就要变成不可或缺的部分，那这也是目前实际就是国际政治上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哦，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好，那阿哈想要问说，数位身份证未来会不会是我们关心的范围哦？那如果涉及跨部会，我们的角色是什么？那它如果是用来当做就是凭证、身份验证、电子签章什么的，这个是我们管电子签章法。那但是我们是就这样子的范围去做数位服务、资料治理、开放策略规划、协调推动及资源分配，但是我们不会是任何特定的部会去发他自己的那种签章或者凭证，我们不会突然变他的上级主管机关，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刚刚特别提到了我们的 My Data 服务等等，它是多元凭证，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都可以来存取，这也是实际上面刚刚那个多元宇宙的想法嘛，就是说每个人有自己比较亲近的社群，有时候并不是讲道理的，而是说你觉得这个社群的这种验证方法你才相信。所以W3CDID 就是刚通过那个分散式身份认证，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就是这个身份认证是跟着你，而不是跟着这个发证单位跑，这个发证单位倒了，你的这个身份验证还应该在，而且你的这样子的就是存取的方式不应该被限定在特定的技术方案里面，任何能够达到 DID 基本要求的技术方案，不管它是区块链还是不是区块链，都应该要能够互通，就是 interoperability， 所以概念大概是以互通性做。声音是不是有被审查？没有被审查，因为我水喝完了，所以喉咙比较干而已，所以在咳嗽的时候，因为用的是物理性可以消音的这种麦克风所以就稍微消音了一下下，不好意思。好，那这个题目大概就这样子。那我们有一个追问哦，是说会不会需要稍微喝个水休息一下，因为在我回答问题的时候又冒出来了大量的问题哦。对，看起来好像是飞到七点不可了，所以而且我们也进行蛮久了，那现在41分，我们是不是就过9分钟再回来？那大家也可以稍微喘个气，可以稍微休息一下，我们过9分钟之后再见。
我想就是说，真正这个问题想要问的，并不是说我们有没有自己家聊天室的能力哦，大家都知道我们有自己家聊天室的能力，而是说有没有可能在除了我，像我到接筹备召集，就是农历年后，从我刚入阁到那个时候中间，我可以说我应该都没有用 Line。来进行什么公务上面的联络，因为已经有 Rocket 可以用了，为什么要去用 Line？ 我 Line 就是就是上班前、下班后各看一次，就是个人来使用嘛。所以但大家想问的可能不是说我们会不会加，而是说那现在用 Line 的这些用法是不是也可以像法国政府利用 Matrix 协定自己来假设？我们其实有加那个Dendrite。就是 Matrix 的 server，那也是因为最近 Rocket 却号称它支持 Matrix 了嘛，所以我们也试试看。那但是就发现那个资源就是还不是非常完善，只能这样说。对啊，所以我们目前都还是在用 Rocket 圈。那但是往未来我们倒不反对说不一定我们几个人架了，因为毕竟就是四波来的人各自都在用不同的通讯系统嘛，所以也许是。Matrix 网不同的通讯协定的 bridge，我们可以开一个标案，然后一样 public call，希望大家来帮忙写。我想这是比较 practical 了，就是就像刚刚讲到的，就是不是你要求你的同仁去改变你的作业习惯，去配合你的理念，而是你按照你的理念去把他们的社群里面重视的价值桥接到其他社群重视的价值，找到一些共同价值嘛。所以就是回答黄甫刚刚的那个问题，就是说不是各顾各的，而是我们花很多时间在做这个桥接的这个底层。那这个底层只要有，那大家最在意的，好比像说你在意点对点加密，那你就继续维护这个点对点加密的价值，你不需要为了跟别的借接，你就丧失了点对点加密的价值。那所以它是在这些价值的交叠。而不是说，这些价值的退让，这个是最基本的概念，就是我们做的所谓 pro-social 亲社会的这些设计，这些分散式的设计，它是价值交叠，而不是价值抗衡之后退让，这是很基本的概念。好，那所以我们当然很喜欢 matrix 协定，但是我们没有绑定 matrix 协定，我们是说你也许可以用 matrix 协定，来做这个，所以我们应该月底成立，应该这个标案很快会牵出去了。那我们并没有觉得一定要用什么特定技术来做，它只要达成我们的价值就可以。那当然我们的混合云还是有一些规范嘛，它要在国境里面，然后你的审核的人的，包含国籍之类的，可能要给我们看过，这个是最基本的，就是不要变成是境外特定司令来帮我们维运，那这样本地云有什么意义，对不对？那除此之外，我们并没有挑特定的解决方案，所以包含刚刚讲到视讯啊、共笔啊，或者是点对点传讯啊等等这些，那如果大家有想到，就是比我们目前实际在试的这几个，刚刚讲就是 Element、Dendrite、Rocket 这些更好的方案，而且也愿意来帮忙写一些桥接器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会很有帮助因为这样子就可以让同仁等于第一手经验就了解到说至少什么呢？就是他手机上面不用开四个 app，那这个是对所有人来讲都是松一口气的事情，那这个就可以来证明说我们这种多元创新啊这些基本的公共程式的理念，它对公务是有益而无害的，那只有这样子才有扩散的可能性哦。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好，那如果没有追问的话，我们就往下哦。那新颖问说，资安跟开源软体的合规日益重要哦。那国外的政府软体采购的时候需要 SBOM，就是 Bill of Materials。那在国内如果要推动的话，要找数位发展部哪一个单位哦？如果这边讲的是公部门采购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数位政府司就是最大部分的资管处的人过来的那个司，因为它是 to G 嘛，to government。那当然就是 public code standard。本来也就是主要设计给公部门使用的，所以如果你对 SBOM 有一些特定的想法，那我会建议，因为我们会跟着 Public Code Standard，我们这边有试出什么新的东西，我们也会放到 Upstream 去，我们会放到上游去，所以如果有一些想讨论的，可以直接在 Public Code 那边来讨论哦。那其他的就是在资安方面的话，
确实因为自由软体就是你要解决供应链攻击的问题才会政府才会敢用嘛。那这部分有些可能会是之后的资环权研究院会研究的部分，那也就是目前技术其实就已经在研究的部分，那有一些会是自安署，但是因为资通安全研究院其实是数位部的资通安全研究院，它跟自安署有一些关系，跟数政司有一些关系等等，所以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就是专门技术上的而不是行政上的在支援这件事情 public code 的 software code 的部分。那 public code 里面 regulatory code 的部分大概就还是我们的数政司在处理哦。希望我回答这个问题。好，那如果 OK 的话我们就再往下。好，那有个问题问说对 OCF 等团体的民间宣言的回应，我应该是立刻就有在莫达频道回应嘛，我是说当时首先是说就因为 public code 不是开源，而且就是当时我在参加这方面的讨论，所以就先讲了一下我比较偏好的翻译跟论述方法。那但是在当时大家也知道就是我的身份是筹备召集人，所以我只能回答跟筹备组织相关的事情，而没有办法去回答就是九月之后的政策方向。那因为那个是要留给就是后任部长来回答，所以我当时应该有在莫达频道里面讲。那所以因为民间宣言里面可以说是绝大部分都是跟政策方向有关而跟组织没什么关系的，所以当时就没有办法做什么具体回应。但是也很感谢新颖就是约今天这场，因为今天这场可以说是把这个共同声明里面一些比较细致的一些点透过即时互动的方法来回答。那当然今天是同样全程我自己这边有录影，所以之后应该也可以放出来嘛，应该没有除非新颖主张他的声音的著作权这个不能够抛弃，不然的话这个应该是就是会放出来的。好，那因为其他人都是打字嘛，所以就不需要问过大家的著作权，因为影音里面就只有我跟新颖在说话。好，那也感谢这个提供授权，那我们可能就用 CC0 抛弃著作权的方式释出这段影音。好，那接下来是彭启明老师哦，问说会不会推动开放资料的法律哦，就是条例哦。那因为欧盟啊欧盟是指导嘛，就是它当然有需要国内法化，但是日本啊韩国啊都在法律层级的事情里面提到这件事情。那所以彭老师认为说制度化的资料使用应该是要推动民间跟社会共同的推动哦。基本上这个就是要拘束到司部门的意思。这个其实你知道跟资通安全法的状况有点像，就是资通安全法那个时候纳管的机关本来不是只有就是公部门跟特定的关键基础设施，而且那个还先做过一次而是我们觉得会对民生有重大影响的一些司部门，那包含行政检察权等等。那但是当时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论点，就是在立法院讨论，因为院版是有这个管道司部门嘛，在立法院讨论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论点，说首先去进行稽核的这些人他的身份，因为当时还没有行政法人资通安全研究院他们是就是技辅是资策会的委办专案等等他们觉得身份上面没有对应到。那另外一个是说觉得说公部门并没有证明说我们自己的这些法规原则，因为当时综合安全法还不存在嘛，没有证明说我们把自己管好的程度有匹配到说能够去管民间司部门的程度，所以是用这些以及其他相关的理由，那后来就变成是完全只管政府自己。那当然完全只管政府自己有个好处，就是说它大部分都是定原则定要点，就是可以快速的iterate 快速的迭代，那迭代到某个程度大家觉得开始收敛了，那这样子可能再去立法院再讨论一次，说那现在因为资通安全研究院成立了，那是不是再来讨论一下说那对此部门是不是有所规范等等。对，那政府资料开放当然我们是快速迭代的，包含授权条款当时也是跟社群一起迭代，那包含我们的推动的方针，每次事实上每次有不同的 flagship 不同的旗舰，好比方民生公共物联网等等的时候那个方针又会再快速调整，但因为并不是法律嘛，所以就是每次出现的时候就调整就调整，这是一个快速迭代。所以我们要问的就是说那有哪些我们往政府内部要求的现在已经我们觉得收敛而且稳固到
我们可以用法律来要求司部门了，或者来要求公民社会了，这个是要先问的。因为如果有这个的话，那当然就值得来立法。那如果这个没有或还没有收敛的话，那行政规则效力相同，而且是比较快的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目前的想法，所以 我是很 open， 我并没有说，也没有觉得说好像要或者不要，用法律层级来处理这件事情。但是就是那个求解范围，如果是就是到了立法院之后，又会被用相同的理由说，哎，那你们自己都还没有很明确实做这个，为什么要要求民间呢？你就想说，我如果要求民间都要 public code， 那对不对？那就会造成什么样的反弹嘛？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还是想说，那我们先来定一下收敛的范围，再看那个范围是不是有就是法律保留的，就是需要管到司部门啊，或者公民社会，然后需要用法律来做，这是比较粗浅的想法。好，那HC 好，这个是有一个追问，如何确保快速迭代的时候，行政机关的作为这个有 accountability 就是可以当责。当然最基本的就是我们迭代的那件事情本身是有法律授权的。如果你去问工程会，他绝对不会，说你只能用瀑布式的方式来采购软体。事实上，我们不管定那个敏捷的范本，或者是政府数位服务指引，或者是需要对采购法做什么解释，工程会态度都非常 open。但是他的态度非常 open， 不表示就是主计啊、政风啊、人事啊这些相关的这个实际第一线的朋友 comfortable， 因为他们知道本来怎么样子做是低风险的。所以，除非你很明确的让他知道这个新的做法，它的风险不会比本来高，不然你推动这个快速迭代是不会成功。所以，我们就是靠这些人员来确保说我们不会超出本来的那个风险范围。我要做任何新的迭代之前，这些人会确保说我在做事情的风险只有跟本来一样或者比本来小，才有可能做这样子的事情。这个是公部门的特色那所以这个是对内 internal accountability。对外的话，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公务员服务法现在终于修法了，所以你只要不要主张你自己是发言人，你如果看到你的部会或你的执行等等这个做法，有哪些值得商榷的部分，那你也可以组织起来，你也可以去进行论述。那甚至像之前所谓的吹哨当然吹哨者保护还没有三读通过，但是就是整个是往这个方向走，所以很快的就是如果这些内部作为内控的这些机制如果没有生效，那我们很快就会有外部的制衡，包含媒体跟公民媒体的监督，那这个也是 accountability 的一环嘛，对，所以我还是觉得，因为公部门的公务员他下班之后也是公民。那实际上，他上班的时候也是公民，他用的也是公民社会的这些基本的原则、基本的价值。之前的挑战只是说，他很难跟公民社会的朋友在就这些价值快速一起迭代某些东西，所以看起来都是在好像对立面放话这样。那但是当然，我们这几年下来，总统被黑客松一些共创的方法那就造成了说，那公务员其实是可以以他公务员的身份，甚至可以请公假，然后去跟民间去快速迭代这些基本价值，而且是在一个已经有授权的这个角度里面去做。对，所以我想这样子的基本想法就是对话取代放话等等，这个是最基本的。那当然就是内控，也包含法制单位，刚刚说的法制单位的内控，跟这些包含 whistleblower 在内的外部稽核，外部的 accountability，这两个都还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好，那我们就 HC 咯。HC 问说，推动政府的内部的开放政府，那例如像说我们这次这个也有直播跟录影 CC0 公开嘛，那包含我们的逐字稿，这个已经累积了这么多年下来，已经7300人哦，这个35万句话，1800次会议，那这些会不会是我们的工作？那就像刚刚讲的，就业平台没有移步，所以只要跟就业平台相关的，
包含公职总务的参与实施要点，包含行政院及所属各机关开放政府联络人实施要点，包含开放政府国家行动方案，的这些的主要的推动机关，其实本来就是国发会，那只是说，我用这个政委办公室的角度，去给更多的协调的权利。那但是因为国发会主委也是政委啊，所以因为政委平台没有移拨，那所以这些部分就会留在国发会。那我们会做的是说，在行动方案里面，资管处有承诺说要完备政府开资料开放与再利用制度，这个就是刚刚方启明老师问到的。那这个承诺事项我们会继续做啊，会继续示范相关的应用。那当然就是如果是外部的这个，好比像说媒体的采访啊，或者是 lobby 啊或什么之类的，那如果是对我个人的话，那当然就是确保类游说法，对不对？类似游说法，的这种实施的方式，一定程度的透明性啊，我觉得还是相当重要。那但是会不会说，好像我们就扩散到其他部会？坦白来讲，我们这几年也都是去确保说它的 infrastructure 是够稳定，它的基础建设够稳定，让大家看到这样子并没有增加风险，所以需要导入的就导入了。就像当时我在客发会的时候，我也不可能去要求客审会导入什么，但是客审会看到了客发会这样做，获得了信任，那他们的那个信任短差，就没有办法这个忽略掉说，哎，这是一个弥补信任短差的方法，这样子。所以还是用刚刚讲到这种什么"神农尝百草，以身作则"这样子的方式哦，去进行推动。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好，那下一个是 Alan 想要问说，台湾许多内容创作者 YouTuber、VTuber 都依存跨国大平台。但是他们的政策走向、治理方式都不是非常的民主，哎，其实刚刚讲资料民主化没有完成，那所以这个就变成频道内容下架、黄标、申诉的这个机制都比较欠缺。那从数位发展部有怎么样子的看法？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我的基本想法其实蛮简单的，就是说大型的平台，就是特别是跨国的这些。我们现在在 NCC 有一个网际网络的传播相关的一个新的处，他们才刚刚设处哦。那所以本来这是他们的工作，所以如果对这方面有想法、有兴趣的话，那之后因为他们刚成立嘛，应该会有很多包含公听会啊，或者是一些线上参与啊等等的方式，所以会很鼓励大家去参与。那但是因为这个是属于日常监理的范围，或者是治理啦，在他们的名叫治理的范围，那所以我们这边就是 MODA 就不会说好像突然有两个治理机关，那你要两边都同意才能够做事，不是这样。所以刹车的部分还是 NCC 做，只是之前 NCC 踩的刹车，它主要是什么有线广播，什么各种各样的传播的这些业者，还不包含您提到的这些平台。但是他们因为组织法三读通过了，所以只要配套都做到，那他们就取得了依法去做这种跨国性平台治理的这种权限。所以这部分确实是在 NCC 的。希望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们这边的看法，其实简单讲就是，我们会希望透过倡导资料民主化，去做到刚刚讲到的这种可稀释的服务，去确保个人资料自主权，分散时代很容易做，Web 三这个早日来临等等。那所以慢慢的就是透过这种不平衡的资讯取用的 Web 二的这个拓扑，就会改变。那因为你改变这个拓扑，才是解决监控式资本主义的，就是根本的做法了。其他都好像是在治标，就是说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跟他商量一下。但是就是这个是有极限的嘛，所以就是釜底抽薪的方法，还是刚刚讲到的，就是去改变这个拓扑，变成多元宇宙的那个模式啊。好，Jade 想要问说，想要厘清确认呢。未来包括各政府单位在社群媒体上面发表资讯，政府部门内部电子公文、公益彩券的贩卖机的这些界面，是不是都必须要遵守政府数位的这个服务指引？我们的 GDSG，首先就是 GDSG 目前还不是就是如果你不做就拿不到预算的那种程度的要求。那但是因为是我们数政司自己的要求。所以至少我们一步两署，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所以这是从自己做起。
那但有些做法，坦白来讲也还比较新，好比像说英国 GDS 弄的 public code 叫做 design system 设计系统，这个本身就是比较新的概念。那我们的导入之前也都是在 PDIS 导入，所以在部或属的层级导入也还是要再调整一下，所以我们不会立刻就说，哎，你用设计系统这个 accessibility 问题就解决了。就像我们不会立刻就说，你非得绑这个 Cloudflare 跟 IPFS 的骨干，才能够解决可用性问题，不是这样吗？而是说，我们解决了，或者解决到某个程度，分享我们解决的经验，去跟各部会咨询同仁们很多联席会什么的去分享。那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如果这个是一个资安的情况，而且这个资安情况有某种急迫性，而且不切换这个架构你就解决不了。哎，这个时候我们突然之间就从建议或者示范变成要求合规的角色，这个就是资安署跟未来资安院会取得这个角色。但是除了在这种情况之外，这个紧急应变突发的情况之外，我们设发就是接待在意的这个 accessibility 是属于设发嘛？那因为它是不管你付不付得起钱都应该享有的，属于基本人权的东西。那这个部分我们是以我们管得到的范围为主。不过我们管得到的范围，就像刚刚讲了，一波业务有一些确实是我们以前没有的，好比像说，之前通常会，就他的这些手语视讯转译啊等等这些题目，哎，这些题目本来就不在我们就是 PDIS 相关的这些业务里面嘛。事实上，整个 accessibility 本来都不是在资管处的嘛，它本来是在 NCC 的，对。但是现在就转移过来了，所以转移过来之后，那我们就可以去发挥这个，就不是只是视觉上面的，甚至听觉上面。那国外有那个手语的视讯转译的服务等等，那我们这边指引对这种服务是有要求的嘛？你要用共同的应用界面，你要采取开放授权，不能写个 app，然后你这个著作权、这个版权所有翻译必究等等，对不对？所以这个情况下，只要符合这种规矩，那当然各个部会本来就会投入一些资源，那但是我们会媒合相应的资源，只要它是共同应用界面开放授权，然后去积极去协助，可以早日出现这样子的服务，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有个追问哦，是说，在社群媒体上面发表资讯的情况哦，就是需要社群的经营者要有基本的训练，然后也需要某种就是好像那种什么芝加哥这个编辑指南什么之类的，就这种方式，他才能顾及这件事情 HEY。所以这部分的 policy 是不是也可以来协助哦，或者是在要求哦？不过，因为各政府的社群经营网络已经不再受就是资管处本来的那个Web 2.0那个已经废止了嘛，这个我说过了，所以现在这一套系统，其实不是跟网站的系统在同样的体系里面，所以我们的角色就会变成是比较像是我们自己有一些解决方案，我是蛮看好那个文艺之间那种想法的，那我们有一些解决方案。但是因为数位部跟别人不同，我们的乙方都不得不同意，好吧，都欣然同意我们采取 public code。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那其他部会即使不存在愿意把它整合进去的乙方，我们作为甲方也可以去扮演某种程度的乙方角色，因为 public code 的特色就是任何个别的公务员他都可以去发 pull request。所以，任何个别公务员他想要把它集结到其他部会的相容的系统，那只要他的那一边的资讯的合规性没有问题，那就没有问题嘛。所以，就说它还是一个比较是扩散性的这个做法。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那个指引就是不是资管处管之后，我们也不是审权法的主管机关，所以我们能够做的大概就是以刚刚讲到的，就是媒合有共同应用界面public code 的这些精神的资源，然后去降低其他部会的同仁如果要导入这些的时候，它的风险。当它的风险降低，它的成本也没什么的时候，那我们就希望说会有越来越多人采信这样的做法。那而且这样子说老实话，我们也才能迭代了，因为我们也很难说我们一开始就有一个 perfect solution 了，大概是这样。好，那。
对，就像手语视讯转译也不会变成说好像数位部的数位人权方面的或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要突然间就是台湾手语老师都归我们管了，这是不可能的嘛。但是我们可以去媒合，那媒合完之后，只要这个模式成立，它就可以去扩展哦，去发散哦。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好，那如果这个 OK 的话，我们就黄甫的问题啊。黄甫的问题是说，社群建立共同价值，当然就是每个成员带着自己的背景、自己的文化，跟自己所属的别的社群进入这个社群。那社群的共识可以在沟通里面建立，但是没有提到这个内部共识对于外部，也就是不在社群内，甚至不在这个平台内的人造成的损害会如何处理？那当然最极端的就是暴力团嘛，对不对？那就是最近我也有看的那个报道。那这些损害，有些会因为数位发展快于法治而造成无法可管，或者是管制的速度跟不上伤害范围扩大的速度。那数位部是不是有预计参与这些法治拟定的规划以我的理解，就是不管是人权方案里面的数位人权部分，那就是那个主要是罗秉成老师嘛。那哎，喂喂好像喂，可能好，现在听得到吗？回有，听得到对，吗？有，好，回来了。好，就是说，不管是人权方案那边，或者是那主要是罗秉成老师嘛，那或者是我们之前刚刚提到的，就是关于网际网络的跨国平台，那个是NCC 的新的那个处嘛，等等，这个大概都是立法院就是三度通过 NCC 的组织法，或者是我们行政院级的这个行动方案，大概有处理的这个部分哦。那但是就是就像刚刚讲到，就是这个就是管制的题目了，这个就是日常监理的题目，这个甚至有些本来可以说是商业行为的，但是之后说不定要取得某种程度的特许了，这个都不知道嘛，要看最后采取的治理模式嘛。那但是刚刚讲到，就是说 MODA 只要像是这种形状的，就不是 MODA 的业务，我们是专门才有门的。好，这是第一个，这很重要。那但第二个，我们并不是没有积极意义，就是说我们去看国外，不管是欧盟它 DSA、DMA 这个之后，他们已经有一些对应的方法。它不会变成好像我们国内讨论的时候很容易陷入那种就是好像点对点加密，到底都是坏人在用，还是点对点加密其实就是每个人的人权，大家都应该用。那或者是说，像这个这边讲，对啊，言论自由的保障啊，可是当你不是 PO 的不是言论，而是这个木马病毒的时候，你到底还享有多少言论自由的保障呢？但是也有人会说，抵 CSS 也是一种。不是病毒，但是它也是言论呢、啊，对不对？就是说，这就有很多很多讲法嘛。那但是，并不是完全没有新的技术可以去像刚刚讲的隐私强化技术那样子去兼顾这些价值。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是零和的东西，是因为在本来的那个架构里面，你没有别的办法。那像举例来讲，几年前这个链圈跟 GDPR 的备忆网权。就看起来好像是零和的，这怎么就是矛盾的，literally 矛盾的东西。但是后来，DAPP 的这个架构，zero knowledge 的技术的普及，那 homomorphic encryption 的出现，用分散式的方法产生可信的乱数等等这些做法，这个都出现了。都出现之后，好像因为你一开始就不会任何个资上链。但是你又可以透过 zero knowledge 的方式去做好像各自商链本来要做的事情，突然之间就没事了，这个好像可以调和了。所以就是说，我们做友们的一个作用是去找出、去介绍，在国际上面可能没几个人知道，甚至还在研究阶段的，能够解决、能够调和这种矛盾的技术，然后透过 public code 的这种想法，让它的合规性能够进入我们的法治体系里面。那当然，如果需要法律保留，那当然就是要跟立法委员讨论嘛。那但是总不能说好像一直卡在说什么可以匿名化到底是不是去识别化的那个状态里面，那个是很久以前的，是远古时期的事情了。所以
我们的工作很大一部分就是去跟民主联盟、去讨教这方面的解决方案。然后这是为什么我们叫民主网络司，就是网际网络上面的民主网络，是因为是基于共同价值的网络嘛，人际要网络嘛，而不是像什么叫什么国际与两岸合作司，对不对？因为我们如果不是民主联盟，那我们没有要跟他们合作，那基本的概念是这样子哦。好，那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如果还要追问就可以继续追问。那这个问题是就是按照实际技术的状况会有不同的答案的，所以没有办法一概而论。我要讲的是这个。好，那我们就往下哦。好，那有四位朋友想问说，未来推动数位身份证以后，是不是会保留目前的身份证形式哦？那就是内政部的状态就是已经很明确了嘛，他们是说在有社会的共识以及立法院的就是相关的法制作业之前，那他们不会硬去推动，这个是已经确定的事情。那当然目前的情况就已经是有疑虑的民众不需要接受自然凭证或者是行动自然凭证，也有一些人他比较相信健保快一通，那他跟健保相关的服务，那当然是从健保快一通接取。我们也没有说健保快一通健康存折一定要刷自然凭证或行动自然凭证，所以我想你如果去买 data 看的话，它是非常多元的认证方式，所以不需要未来，现在就是用多元的方案、哦、来选择这方面的身份证明。那而且目前还都只是各部会所制发的，那如果我们更进步的导入 DID 架构，那就包含社群所制发的也能够算在里面了，或者是跨国只要它有相同强度的这个认证系统等等，那都可以透过这个 DID 机制来达成。所以我想本来就是往这个方向，就分散式身份验证的方向发展，因为也要了解到我们所谓全民的参与，全民的数位认证，这个全民不一定是国民啊，他不一定有身份证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情况下特别是在疫情的这两年多了，我们对这个全民的想法其实是有所扩展的。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好，那如果没有要追问的话，我们就往下、哦。我目前还有RxC 理事的身份，那未来的想法会不会在数位部的业务里面进行探索或者是进行测试哦？可以说是 RxC 的很多基本想法，也是台湾这几年的就是尝试，然后他们把它转译成一个民主国家里面其他的不同的价值的联盟都可以接受的某种语境。那所以也不能说是好像我们导入的是 RxC 的价值，因为 RxC 的最基本的价值就是 collaboration across diversity CAD 价值，那这个是我们可能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确立了嘛，所以这是双向的啦，就是说 RxC 可以想成是我们往 Web3 社群往一些政治经济学社群的一个 ambassadorship 就是一个代表一个大使。那但是反过来讲就是如果他们拿了这些概念真的有一些新的，因为他们迭代更快嘛， Web3 迭代绝对比我们在公部门里面快嘛，所以他们很快知道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那里面特别可行的也许我们可以拿过来使用、哦、大概是这样子的关系。好，那有个问题问说，怎么样看台湾科技浓汤的停运哦，怎么样子让数位部的角色让民间的数位培力哦有更友善的环境哦。其实我现在才知道科技浓汤。好，那所以因为这个好像不是事前提的问题。我看一下。我可以补充一下这一题的笔记。那科技浓汤主要是在台湾是由开拓这边在协助营运，那科技浓汤有总部，那现在是因为新北市政府的教育那边觉得他们的营运范围开拓它是台北新北市基金会地方型基金会，那它不能做全国性的
服务，所以在这个地在公文的往来上面将近半年的时间，那也试过找立委议员的方式来协商这件事情。那最后开拓现在目前的决定就是他们只跟国外的科技农汤签约，这些事情就回到开拓回到科技农汤的总部进行做科技农汤在台湾这边的工作内容。它变成一个类似代表处这样子，就是跨国的平台的台湾的驻点，但是收款什么是国际去收，是不是？意思是这样吗？以往是像AU 你这样子讲没错，那开拓他们协助的是只有行政营运费用，就他们帮他们做处理行政。那例如说 CF 就有申请过像 AWS 的点数啊之类的，这都是。过开拓来做这件事情，这很重要，当然很重要。对，但目前为止，NGO 也不到申请不到，只是你就要跟国际的科技农汤做这件事情，我们就没有在地服务的单位来做这件事。等于你要找一个在地的全国性的社团或财团法人嘛，对不对？财团法人，如果以全国性的新北市，嗯，对，依照新北市的解释是这样。OK。好，这个形状我们在社创确实有处理过相关的事情了，但是社创业务并不会移拨到 MODA， 所以如果之后有像这种社创相关的题目的话，那目前实际在承办社创业务的就是还是本来大家比较认识的就是中企处的团队，但是协调社创业务的之后应该会往国发会移动。对，那所以之后可能会有不同的窗口，但是像这个题目就是比较像就是社会创新行动方案可以帮忙的部分，所以像以前我的 office hour 啊什么常常接到这样子的题目，但是之后因为 MODA 并不会是财团法人法的某个特定的部会的财团法人，他突然有两个主管机关哦，所以这部分可能不宜播，这个要讲在前面。那我们能够做的大概就是多元创新司里面会有往社会实名组织的数据能力培力啊这些部分，那这个是还是会有的，但是这个不涉及行政作业，这个主要都是在讲数据公益啊，建立一个资料流啊，确保它的隐私强化的能力是强的啊等等，大概是这样，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好，那下一个问题，内政部有没有要换发变成让大家就是可以选有没有晶片的身份证呢？这个是就是发生的机关回答的问题。那他们在把那个要点改成本来的版本的时候，的改的理由就已经讲了说，必须要社会有共识，必须要是相关的法制法规的作业配套都完成，才会开始动这件事情。那大家之前最在意的就是，不能因为晶片坏掉或者是没晶片就不能存取服务。那当时好像是要点层级，大家觉得不牢固嘛，觉得应该要在法律层级来处理。那这个以我的理解，就是要点把它改回去，基本上就是呼应了大家之前的看法。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就是这样。那他对数位部的关联就是我们公文就是用行动自然凭证签啊，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并不会说大家都得回去用卡式的自然凭证，我们会移动到完全是 opt-in 的行动自然凭证。但当然如果信不过自己的手机的还是可以用卡式的自然凭证签公文、希望回答这个问题。那有三位朋友们想要问说，这个一路以来担任公职的过程哦，有没有什么挫折哦，以及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希望社群可以协助的哦？基本上每次有挫折，好比像说，就是十连制变成这个资料过分收集集中，然后写名字的人会被后面的人看到名字。等等的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我并没有吝惜，就是在社群里面求救嘛。那每次都社群都有非常好的想法协助。那所以我想这样子的过程也让我们知道说，
本来创新多元创新就不会是只有在公部门里面发生，那公部门要勇于向民间求助，才能够就是调度大家的共同的想象，说哎，全民的数位韧性是大家一起来强化，而不是说等这几个人来强化等等。所以我想社群就是这几年来协助非常多，那所有的作者大概只要这样抛出来，社群都会想到一些很活跃的一些，虽然不满意但是暂时可以接受，当然暂时可以接受又可以做得更好等等这些方案。所以我想未来还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啊，就是从挫折里面进步嘛，这样子。好，那下个问题是问说 EPUB 或者是 HTML 基础的标准哦，过去台湾的参与哦，其实不是只是台湾了，但是好，台湾的参与一直都是寥寥的个人哦，烧钱烧干，那相关业界也不太有能力跟资源支持。那因为这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公共财的 funding 的问题嘛，所以着眼于对产业的发展注意哦，那数位部有没有办法协助参与者哦？两件事情嘛，首先就是如果民主网络司这边觉得说哎，特定的协定它的民主的价值等等，哎，这个值得我们去支持，去在这个协定的制定过程里面去确保它更往我们刚刚讲到的民主啊、多元啊、韧性啊的这个角度，那这部分当然是会有相关的国际的参与的一些支持，这个是没有问题。另外是 TWNIC 之后也会是就是数位部相关的法人，所以以我所知 TWNIC 也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培养的一些方式，不过这个我还没有跟 TWNIC 细谈哦，大家可能要了解我昨天才取得这个真正意义上细谈 的这个位置。然后那但是 我想比较重要的是可能不是个人他要怎么样子爆肝，而是结构上大家都看到刚刚讲的那个供应链问题，就是所有人都需要的一些最基础的东西，之前什么 OpenSSL 什么的，哎，就是某一个人他正在燃烧生命，但是所有人都用在就是用他的产出，但是没有任何人这个能够确保说这个人还就是能够活得好以及能够交接出去。那不好意思，有人这个按个门铃哦，等我一下下，我马上回来。应该不是水表了，这个现在都只会查瓦斯。那好，我们来看一下。OK， 好，接下来回来，对，所以这里的主要的问题还是一个结构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确保说，它虽然没有所谓的产值，但是有非常高的而且可量化的社会价值的时候，那这个可量化的社会价值，从国家的角度，或者是从至少我们孟达的角度，从数位产业署的角度，那你产生出来的社会价值就是帮大家节省这个时间，节省经费，节省使用服务的次数，节省自己的时间花费，那这些如果能够量化，那就可以货币化，那如果可以货币化，那我们就可以说服主机说哎，那这样子的价值就跟产值一样重要啊，因为就是算产值算 GDP 的那个是经济部嘛，经济部还在嘛，那但是数位部要算的诶，除了产值之外可能更重要的是社会价值，但是这个需要跟立法院沟通，因为当初就是设立数位产业署，或者是刚才问题里面有提到一些就是数位经济的发展条例啊、基本法啊等等这些题目的时候，可能还不是用我们在社创就是以社会使命为主的事业的这样子的想法来算 KPI 的，所以这个需要沟通。但是如果立法院同意我们的这样子一种对预算的主张，对使用的主张的话，那这个就可以引入非常多资源来做这件事情。所以
我不是百分之百确定说能够就是立刻这样子的概念讲出来就所有人都听懂，但是我们看其他各国的例子，确实当它是 public good 就是公共财的时候，你一定要有某种桥接的条款，不然的话你纯粹用 GDP 的创造产值的角度，那你立刻就掉到授权啊专利啊所有这些稀缺性的逻辑去了，那用那个逻辑的话，那说真的这个国家是没有办法出钱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逻辑要先确立。那我们当然也有提相关的预算是用这个新的逻辑来写的，那但是就是它可能需要一路通过各种各样的审查，所以如果到年底前有通过就是包含主席或者立委相关的监督的话，那我们以后特别在数位产业署能够算我们的效益的方法就不会像以前那样子的算法了，那这个是比较 ambitious 啦，但是我们试试看看能不能这样子算。好，那下个问题是说有很多学校很多民间机构在业务运行上面还是很依赖纸本作业，那好比像说纸本才是正本，纸本存查等等，那在数位运用资料开放上面常常虚应了事甚至抗拒改变，那会怎么样用数位部的角色来带动民间组织的数位化哦？像最近我有去参加那个司法联盟链嘛，他们是在五个相关的检调啊等等单位里面，为了数位的证据保存，所以加了联盟链，那应该是 Hyperledger 吧 ，Fabric。那但是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讲是真正解决一个风险，就是你把 USB 随身贴贴了封条，那拆的时候封条还在，但是这个没有什么意义，谁知道里面内容怎么样了，所以他们就透过一套协定去确保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两件事，第一个，如果他本来的那个资料的性质就是数位的，就刚刚讲到的我分享了还有一份的，那这种东西我们就很容易来推动这方面的数位化，它的重点只是在确保是能够获得每个机关的信任，因为本来这件事情就不是数位的，但是如果它在搜集的时候本来就是纸本搜集的那个 touch point 比较有道理，好比像我刚刚提到的扩大急难救助纾困的时候是就是中低收入啊或者是需要的朋友，他写个类似明信片这样子免付回邮的福贴，对他福贴他的存折硬币，对他才是自然的，去打字或者是用什么别的输入法对他是不自然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硬要在搜集的这一端去无纸化，那个并不是数位化的意思，数位化的意思是说当我们的处理端能够是 public code， 当我们的应用端是达到数据公益，这个才是数位化后面的部分才数位化要做的事情，那这个当然我们会跟民间的社会使命组织一起推动，这个就是多元创新司的工作啊。希望我回答到这个问题。好，那这个刚刚有回答了，就是现在有一个院级的协调机制，那在人权方案里面，在开放政府行动方案里面，都各有从组织上面跟作用上面的回应啊，所以应该有回答到这个问题。那下个问题是问说，看到蔡总统跟市长们的脸书底下的留言哦，充斥了假讯息啊，还有煽动性的留言，分不清楚到底是假账号呢、网军呢，还是被误导的民众呢？几乎只能看到偏激言论跟假讯息充斥版面嘛。那这个就是刚刚讲到，就是他是摊平了，而且摊平的时候呢，他并没有任何自己设定互动方式的能力。他完全是靠就是用资料来写程式，就是机器训练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那这样子摊平了之后，那到最后当然大家都觉得自己丧失掉自主权，因为整个过程都是不透明的嘛。所以我们在就是平时类比世界的言论自由当然它有界限。但是当你觉得这个界限有争议的时候，至少从就是里长社区发展协会整个到市议员这个立委整个司法体系，这个有完整的制衡的体系，那这个其实就是 plurality， 就是有 check and balance 互相制衡的一个appeal 的一个 due process， 就是发生争端的时候解决的一个大家虽不满意但是都可以接受的一些基本的 fabric， 那在里面并没有哪一个能够单方的去执行，但是到了就是特别是 FB 的时候，那因为就是
他的持股 51% 攻击嘛，所以这个时候那我们就进入了一个相对上比较集权的这个模式嘛。所以我想这个是就刚刚讲到它是这个环境决定的，不是人是分成就是 trollish 或者是不 trollish， 而是大家进入那种环境的时候自然就变得容易 trollish。那当然 FB 有 Civic Integrity Team、他们也做了很多就是设计上面的协助，那但是到最后他们的结果可能就是变成 TikTok、就是他们的主要界面 就改成纯影音的，干脆 就不涉及这种文字言论、等等，那对不对，就是大家讨论完之后，那但是不是社群的成员决定治理方式嘛。像我就很喜欢里面的 blog 功能，但是我唯一觉得有用的功能 它把我拿掉了，那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不可能在那样子摊平的情况下来解决，它一定是要透过刚刚讲到多元宇宙的方式来解决，这个是可以说是通说了啦现在。所以 我想就是大家多玩 Fediverse， 然后多想一想在就是比较是联邦式分散式的架构里面，我们怎么把技术用来配合我们社会上的 norm， 我们社会上的习惯的价值，而不是殖民式的，就是硬要我们去配合在不同的 norm 的领域里面制定出来的一些价值。那我觉得这个才是就是适合研发的这个方向了。那不过这个因为这个基本的概念刚刚大概讲过了，所以这边就不重复啊。那 T-Monk 问说有没有跟 PMPC 有关的计划，刚刚讲了很多 public code， 然后也讲到了激励层，就是 public money 本身也是一种 public code， 那所以这个大概刚刚有回答过了。那 AHA 问说国家针对资料针对 AI 应用有很多不同层面的议题在各部会来处理，那我们是统筹推动还是先行倡议的角色？那这个我初步回答是说，因为刚大家知道我们处理的都是 anti-rivalry， 就是、前面的人越用后面的人反而越容易用，而不是越用越少，不是稀缺的这些资源嘛。所以我们最主要适合担任的就是资源媒合的角色，因为我们手上的这些资源都是越媒合越多的，事实上可能要媒合才有价值的。那所以这个当然是刚刚讲到社发产发土发，就是社会共融产业转型全民社会韧性，这个是我们主要主张的价值，但是我们在这些价值里面都是以媒合者的角色、那但这并不是、什么 top down 的方式决定的，而是被我们处理的这些资源的 nature 它的样态所决定的。好，那再往下、公民协力的机制哦，那怎么样子在数位部里面落实哦？那 PDIS 当然 PDIS 有非常多业务嘛，刚刚有讲到就是该移拨的大概都移交了，包含就是开放政府相关的，在国发会社会创新的相关的也在国发会，那当然青年参与本来是在青年署等等。那这个模式要怎么样子常设化、其实你可以把我们目前的组织设计就看成是我们在最早2016年10月我刚入阁的时候，大家不是问了我非常多问题吗？试着去回答嘛。那里面重点就是说，要先尝试完全柔性的方式，确保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那可行的部分再把它制度化。所以我们很多是用要点或规则的方式已经制度化了。那这方面当然叶宁帮了很大的忙哦。那我们的过程里面，也就是这些参与的法治同仁等等，也越来越了解到说。那跟民间越合作，其实公务员也是公民，那大家是有相同的想法相同的价值的，那越合作就越不会对立，越不会对立就越快找出可行方案。那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是就是我们的 DNA 吗，可以这样说吗，就是我们的各司的包含司的名字啊，这些大概都是这些基本想法所做出来的。所以开放这种行动方案我们并不是会 own 这个行动方案，它本来就是幕僚在国发会，那之后还是会国发会继续来处理，但是我们会做的就是刚刚讲到的社会共融产业转型跟全民数位韧性这三件事情，这三个都需要全民协力哦。那又是因为我们就是刚刚讲到的不是只是公民，就是有投票权的人或者有政治参与能力的人，也不是只是国民，就是有身份证件的人，而是全民。那所以我们现在是
改成讲全民伙伴关系、哦、那也包含既不是公民也不是国民，但是非常认同民主理念，而且他的生活跟我们有息息相关，可能透过 public code 有息息相关的人，那这个也算在我们全民的范围里面。好，那 Alan 想要问说，数位产业也跟数位内容的产业息息相关，那在未来规划里面，数位内容、哦、跟文化部有怎么样的分工或者怎么样子的重叠、哦、其实这个很好分，就是它能够叫做数位体验的，就是高互动性的、多人的、共享实境，在共享实境里面的学习、游戏等等，那只要是高互动性的、体验性质的，还包含什么体感啊什么之类的，那个就是在数位发展部，因为就像刚刚讲到的，是以越分享越有价值，就是一个 social fabric 的角度想这件事情嘛。那但是如果是纯静态的，那就是你跟那个资料中间的关系完全不涉及跟其他人的互动，或者是没有什么及时的互动体验，那这样子的话，那就比较像是现有的纸本的内容的电子化吧。那这个部分当然是文化部的，我们并没有说哎，那要移拨过来，大概是这样。那当然就是说，即使是静态的东西，现在也很容易的体验化，即使你只是静态的几行字小说的初稿，现在你丢到什么就是机器训练模型里面，立刻就变成高互动性的这个体验，对吧？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一刀切的。以前这个中间是要你要专门找人去改编什么的，但是现在你只要那个 prompt 写的对，那它立刻就变成互动式 interactive fiction， 甚至帮你配插图，甚至之后帮我们配场景，这都是就是机器训练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连续体了，但是我们在做的是让它往更互动的体验，刚刚讲 pro-social norms 的这个动作，但是我们不是管垂直的这个行业、哦、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好，那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政策要推动？其实刚刚大概都有讲到了，对不对？所以我这边就没有新的内容，那但是基本的想法就是那三个我们写在施政方针里面的事情啊、哦。那针对郭耀煌老师对于数位发展部的规划、哦、会不会做调整或者是做修改哦？其实我们在做的比较像室内装潢这样子，它的基础的建设钢筋水泥三度通过的那个就是范围跟其他部会的界限等等，可以说八九成都是郭耀煌老师的贡献，那这个是非常稳固的，那就是因为它很稳固，所以我们才可以参照大家的社群的意见等等，在里面室内装潢做就是高明度高采光什么的这些设计，所以它是两个不同的 level 啦，那就是 dev 跟 ops 这样嘛，就是基本架构跟它的维运的方法，那所以我会觉得当然是非常感谢郭耀煌老师的贡献，因为如果没有前面的这个很稳固的东西的话，我们很难去说那我们就要以应变的韧性突发的部分、社发的部分、产发的部分去分开这个两署跟六司中间的管辖范围，那这个能够把它分开，而且三个部分都算作发展，那这个是奠基在当时在组织法的阶段，那郭耀煌老师已经很全面的想到所有这些部分，就对他来讲发展其实是17个永续发展目标都算是发展的，那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么稳固的基础的话大概就是我们如果要架大家社群关心的这些上去就一定歪楼，因为那个地基没有那么有含容性，但是因为那个地基有足够大的含容性，所以我们现在在上面架这些比较应变性的东西、韧性相关的东西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哦。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好，完整规划有没有投影片可以让大家参考哦？我们大概下个礼拜会开始产生一些就是对外沟通的东西，那目前现有的大概就是 landing page 上面，那之后如果维基百科社群这个不反对的话，我们每次有 primary material 的话，我们会试着丢到这个维基百科上面，大概这样。好，那下个问题是说，未来有没有打算整合各个部会的资料，各个部会资料都有自己的规范作业哦，主事者会影响资料开放的状况哦。
能不能克服、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特别把数据 non-personal data、抽开来做一个概念，就是说每个部会都当然都可以、收集，依法收集，依法处理个人资料，但是到超过他的本来的目的的时候，要利用的时候，那就必须要以无关各自的方法来做。但这个无关各自的方法，因为以前是资料开放出来嘛，所以这个中间就会有非常多的权衡。但是我们现在如果反过来，是说刚刚讲到把演算法带到资料那边去，或者是资料给你做运算，但是你问算的时候是对加密资料做运算，你根本看不到 raw data、或者是联邦式的学习等等这些新一代的现代的 PDIS 的话，那你可以达到我们本来开放资料要做的结果，就是那些公益的结果，但是不需要用开放资料的方法来做。那这是在就是你不确定里面的就是人权隐私各自侵害有多少的时候，现在有一些 你完全不需要牺牲就可以做的做法。所以数据公益这个是我们会做的，但是达成数据公益不一定要靠开放资料的做法。那数据公益除了开放资料，个人自主的选择嘛，我自愿捐出来总可以吧，这也是一种做法嘛。那或者是我不相信政府，但是我相信某个社会使命组织，社会使命组织帮我来处理，但是政府只看得到他处理之后的结果、去利用，那这也是另外一种做法， data altruism 的做法等等。那所有这些做法都会放在多元创新思里面，我们多元创新思就是按照实际的这种公益需求去调和这些技术，确保它在合规的情况下，如果开放资料是很好的做法，那就这样做，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它有各种各样别的、探索的这种模式、哦、大概概念上是这样子。那新颖问说，数据公益会用什么方式让大众信任呢、哦其实这就跟什么捐发票或者捐血一样、哦、就是不是强迫的，这是最基本的。然后你捐发票或捐血，当然有一个 implied 的，有一个就是你要看到某个让社会更好的情况发生。但是帮你处理这个资料的人，你必须跟他中间有某些他能够当责，你能够问责的这个关系。我如果捐发票，然后发现我被拿去做投放式广告，那我一定觉得那个我捐的那个基金会没有尽到当责。对不对？所以它并不是无限制目的的使用，它是目的外没有错，因为发票本来不是做这件事的，但是或者是可能我的血本来也不是用来就是捐的，但是、我这个目的外是特定的公益目的，而不是超过这个公益目的之后它用来做追踪的广告，去用来做、我的投会、等等的这些题目。那如果它不能够说服我它绝对不会做这些事情，他可能就是依法不会做这件事情，他的章程不会做这件事情，他用各种方式去说不会做这件事情，我若不相信那我就不捐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数据公益 最基本的模式，它就是像捐发票那样子的。那当然、Arvin 有提到别的模式，就是、数据信托，实际上应该说资料信托了，因为是连 raw data 都放在信托那边，这个是有点像是劳动合作社那样子，就是我们是产生有各自的这个一些劳动者，那但是我们、彼此组成一个劳动合作的组织，那我们信托进那个组织里面去，那这个组织帮我们去做、相关的、讨论，那就不一定是公益的了，那说不定就会有分润了之类之类，那或者在日本叫 infobank 等等的这样子做法、哦、那所以就是说这两个是不同的 approach， 当然这两个你也可以想象是能够结合起来叫什么数据公益信托之类的，也许也可以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在欧盟里面它这个是分开来列的。那为什么我想要、把数据公益先做，主要原因是因为数据信托那个是、法律保留啊， 你要有某种像信托法、那样子的东西出现，那但是这个信托法它不可能放诸四海而皆准，它一定是要有一些就是范例式的做法，好比方说以分润为主的，或者是说以更精确的对你提供服务为主的，或等等等等，有 很多太阳嘛。那这些太阳我们现在立刻要立出这样子的立法例，可能就是必须要抄外国的。可是这里是关于 norm building， 你在每一个不同的领域，好比像说这个学术界对于文字有它的要求，但是到了新闻界它也是 text， 但它的要求就不一样。但是这两个你不能说当它资料化之后，数据化之后，
资料化之后它就变成同样的东西，用同样的信托来管理，不是这样，因为它本来都有一个它的领域里面的 norm， 我们不会说把它数位化之后我们就自动让它适用于它的目的外的 norm。 所以说到底就是这个问题问的说每个部会主事者的心态，那就是因为他在text 的时候，在类比资料的时候有他的 norm， 而现在他在数位资料的时候他想要维护这些 norm， 这本来就是他的工作啊，你不能说他维护这些 norm 是错的。但是我们能够做的是说你维护这些 norm 的时候你不需要牺牲掉可用性。那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家自愿的用这样子的方式自主的提供，而且就告诉你作为他的资料的保管人说我就是要做这件事。所以像现在 MyData 它是下载来自己放一份，或者是你可以办什么银行开户手续的时候去用，但它比较没有说那我就要把这个东西捐到像聊天室里面说什么我信任 OCF， 我要把我的小额付费资料信托给 OCF 拿去使用，它目前没有这个用法嘛。对，那但是这个用法里面如果是盈利使用的话，相信大家就是一开始都会觉得那它立刻会有使命漂移的问题。那什么东西使命锁定呢？也就是社会目的组织嘛，那就是社团法人、财团法人，或者是有使命锁定的其他的组织形态。那在这个情况下，那我第一步的信任稍微比较容易建立一点点，所以基本的概念是这样子。那当然这边的聊天室是说在健保资料库案因为公益目的变成是行政机关以他的组织法嘛来进行判断等等，不过这个应该在下个月是不是就会有就是比较明确的指引让我们可以参考。那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都是就是自愿的模式，跟就是目前这边讲的就是排除什么目的外利用什么排除的模式是不同的模式，完全不同的模式啊。好，那彭老师问说就是没有完善的资料开放的规范哦，只靠开放资料资讯用公益的角度比较微弱。对，但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本来各自就不可能开放了，但是现在我们到所谓的深水区都是要虽不利用各自但是处理各自才能够达到公益目的。那这个是我们一向就处理过的这个深水区的题目嘛。那以前是避开深水区，民生公共物联网这些本来它这个环境就不会主张各自嘛，但是现在几乎所有的不管刚刚讲到正在视线的或者是运动的等等的这些，它都是显然不可能立刻开放 raw data 的状况。那所以我们势必要建立某种就是分散式的还是可以处理各自，但是在利用的时候我们可以证明完全无关各自的这样子一种做法。那当然每个领域有他自己的 norm， 所以目前还是要分别的去做通传领域、运动领域等等这些领域有他的 norm， 但是这个可能这个旗号就跟开放资料是不一样的，因为开放资料它有明确定义的是就算拿来做人脸辨识，就算拿来追踪你的消费习惯，就算拿来对你投放精准广告，你都要愿意让它用，这个叫开放资料嘛，因为它有 open definition 是开放授权的。但是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些自愿投入的情况下，很可能它的这个公益价值里面先已经排除了要投放精准广告，要做个人破会，要侵犯我的人权等等，那所以这个就不符合 open definition，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把它叫开放资料。所以这是为什么冒出数据公益这样子一种讲法哦。好，那这个如果要讨论的话是要开研讨会的，而且我们时间就已经到了，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很细的来讨论哦。好，那还有不少其他的问题，那但是今天因为时间已经不太足够，所以我可能就只能口头回答到这边。那之后就像刚刚承诺的，就是我会跟相关的其他同仁再做进一步的讨论。那这个录影也很感谢刚刚新颖愿意用 CC0 啊来释出。那大家在 slide 上别的问题来不及回答，但是我都会看过。那问录影会在哪里公布？因为这个是在 G0V 的 MODA 频道预约的，所以应该会先在 G0V 的 MODA 频道公布。那但是就是贴在公笔上啊，或贴在其他地方，反正 CC0 嘛，你要主张是你录的也可以啊，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是不是就先这样子咯？那如果未来要再约啊或者之类，我看很多人想要分别的约就是特定社群的讨论，那我们是不是就
之后可能回到那个莫达频道上面，然后再来进行讨论，或在共笔上面进行讨论。今天就先这样咯，谢谢大家，拜拜。谢，今天非常谢谢 AU 在线上跟我们的讨论，大概我估计应该有四五十题，然后花了三个小时，范围真的很大。那就像 AU 讲的，我们内容部分一定会送到HackMD， 所以如果你是能邀请你参与的话，你都可以继续追踪这份 HackMD。如果你本身有加入 GDV 的 MODA 频道的话，也欢迎随时在上面。发现 AU 大概也都睡觉的，你随时丢东西他都会回复你哦。好，今天很谢谢大家的线上参与，那我们今天的聊天会就到这边结束，那就谢谢大家喽，拜拜。好，拜拜。